装一下，挡一下。还有巴比伦的睡眠啥的呀，还有书面的情话啥的。Hello, hello. 那个磨损呢？能看到吗？进来直播间老铁右上角点点关注，趁人少来波福利。今天过磨还是过磨损的啊？今天还是过磨损的。这个。到账339元。
CP 的隔离有，但是要等两天才能到货。小龙在不在？小龙帮我拉个条幅，我给你发个信息吧。是。小龙，你。小龙，你哪个条幅？你，喂，听见吗？喂，不是嘞，你哪个条幅啊？我上不来。你这样行，你仓库的货，仓库的货清完，放假啊，那个赶紧下单，下单咨询谁谁谁。行，你看你干啥地方？你咋地方？好，不是，这年前面这仓库的货清完就，都不那个什么了，放假了，该放假了，这几号了？过年几号？我看一下啊，没几天了，而且快递昨天已经四个地方都停了。马上该，Hello，黄山，马上该放假了。我看几号过年啊？春节是25号，25号，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我们24号放假，然后到30号上班。30号上班到23号，23天，23天，24、25、26、27、28、29，还有20天都放假了，还有20天放假，开始了啊！你们就快递都已经停了，不是辽宁还没停，那个西藏的已经停过了，西藏赶紧去，如果下单的话赶紧去抢，西藏的已经停过了。你编个信息发到群里，然后让他们群让客服群发，化妆品仓库全部清仓，一件不留，下单的抓紧，快递个别地方已停快递，赶紧走进直播间，看或者看券，编一个这样的信息，然后群发。没有货的都给你们退钱了啊！没有货的都给你们退钱了，有些是有货，有些没货的。你们如果是特别偏的地区，赶紧把那个什么弄了。仓库，明年仓明。
CV 隔离可能要等两天，我马上开始了啊！我们上上人，他们可能还没有发信息，上一下人，176849，176849，这中午人少可能。开始。饭馍多少钱？都处理了，全部处理，条幅拉了吗？现在只剩仓库了。嗯，饭馍，准把钱准备好，然后那个有些货都全部都处理了啊，有些货明年以后不上架了，然后有些货处理了，还有一些就是就比如说这个像有些东西那个我们这些仓库把那个年货本来说年前要搬仓库，但是仓库的货实在太多了，给你们去看一下，本来说年前要搬仓库的，但仓库的货实在太多了，没办法搬。把那个货这都处理了，看到吗？这全是货。饭馍多少钱？我全部都处理了。这可不是一层，这是五六层，你们看到这是五六层，里面还有加深，知道吧？六七层呢，往后加深呢，所以说就还有里面的货，看到吗？这些货，本来说要搬仓库，这个货仓库太小了，货摆不开，这些货太多了，然后把那个不上的货清一清，处理掉的能处理掉就处理掉，处理不掉就搬到新仓库去。年前没把仓库搬好，过了年以后让大家看新仓库吧。现在就这样了，好吧？那不是纸箱，你是不是感冒了？有点没英语我吗？这边你问的英语我吗？我少的热水，喝的有。裸屏来点，我先过那个清货的啊，我们过了，然后。你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年后吧。有些地方快递已经停了，小龙开始，你看后台拉小龙，我们开始过了啊。27岁敏感肌用什么泰罗？敏感肌用那个弗利方斯，或者拿呼吸的套盒，弗利方斯的呼吸的套盒。二
27岁敏感肌用什么泰隆？敏感肌用那个弗利方斯，弗利方斯，或者拿呼吸的，或者拿呼吸的套盒，弗利方斯的呼吸的套盒。你用的手机卡了。有，可以，可以给你看，在这儿。这个乳液，这个乳液还有个，这个乳液我们，这。什么时候放假？把货清完了，过两天就放假了。过两天就放假了。今天有海蓝之谜。这个是雅诗兰黛的智能乳智颜乳，雅诗兰黛全能乳液。这个雅诗兰黛全能乳液，它的修护和防御能力特别好，你们可以每个人必备一瓶，因为它本身雅诗兰黛它整套系列都是做修护、做养护的，而且抗衰效果很好。这个是全能乳液。还有带盒的和不带盒的全部通通处理，100块钱一瓶，只有6个了。带盒的应该有两三个，不带盒有两三个，总共通通处理100块钱一瓶。我们之前批发185，之前批发185，你可以往那个啥给他排。希思丽的全能乳液有，希思丽的全能乳液处理也是裸瓶，是200。带盒不带盒的。雅诗兰黛的，这是。哎，是，我们系统了吗？全能乳液，看到没？它系统坏了，进不来。多少钱？100多。100整。看，你们卡不卡？对，今天直播，还有一个三孔的洗发水，三孔的洗发水谁还要？还有没几套了？应该里面还有没有？雅诗兰黛红石榴套盒也有磨损，没磨损的，就是有点曝光。那不换个衣服吧？太黑了，这衣服。红色曝光吗？红色应该不曝光，但是红色显得皮肤特别黄，红色特别黄显得。希思丽全能乳液全新的是200，全新的是325。如果你要裸瓶的，或者我给你找带盒子微磨损的，行吗？你备注清楚，你比如说你给客服下单的时候，你说给我找个盒子微磨损的，宁姐说了200块钱一个，你就直接备注就行了，行吗？我尽量给你找带盒子的。哎呀妈，这个穿着瘦呢，不行，勒得慌。鞋在哪拍？1元运费链接直接拍，拍了备注清楚。1元运费链接直接拍，拍了备注清楚。没办法，这曝光，在仓库太冷了。你要说在那个直播间，我给你们将就着。鞋子播完了，上一场直播，然后这场直播播那个什么。啥我看不到你，我没有看，没有看到你说话呀，没有看到你说话。这场直播秒杀化妆品，我们在自己仓库，就是有点太黄了，现在皮肤。妮妮，我昨天拍的货，今天发货不？尽量紧着你的发誓呀，因为有时候仓库的单子确实太多了。
仓库的单子确实太多了，没说看，没说说啥没看见，看见多刷几遍哈，确实没看见，这是睡衣，这睡衣，货给你们发过去好几天了，钱没退给我，你如果收到货会给你退款的，或者是给你退钱，你放心就行了，给你退钱或者调换，绝对是100%放心就行了，你也不用在这里说，你说了也没有用，老粉都知道，老粉新粉应该都知道，不管是退货还是那个什么都会给你处理的，要把货就没收到，要收不到货我们没办法给你退款，对吧，就跟那个什么，就跟那个有的人特别那个什么拒收件，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拒收件我们半个月一个月都收不到，拒收件特别麻烦，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在过年这个年关这个这段时间，放假了放假，然后可能中间卡到哪一关他就走不了了，所以说你们有时候有价格表联系客服要价格表吧，所以有时候你们发快递啊或者那个什么，你就直接收了，直接发过来就行，不用拒收，拒收根本就收不到，知道吧？内蒙的一个客户，收他去出差了，然后拒收了，把1000多块钱化妆品寄收了，到现在没收到，从差不多现在目前都已经20多天了都没收到，拒收的件不知道跑哪去了，丢了，拒收特别难弄，你要如果是做代理或者这你发货或者你是之前发过快递的，你应该知道拒收特别难收到，一个月有出来收不到，收不到。有磨损秒杀的，是系统进不去还是咋回事？上的人特别慢，你再看一下。可以，能看到。价格表有，产品的报价表联系专属客服去要吧，联系专属客服去要。玉里香，我拉的吧。来，我们看产品，补水面膜秒杀的，看一下有价格表吗？秒杀的隔离，好的，我给你看隔离。菲洛嘉的货都在清货了，然后年后也不做了。这个，这是精华还是什么东东啊？不精华，这个。125秒个海蓝之谜的，行，我给你看，这个是口红，这些口红处理的，这 TF 的04，这是 TF 的多少？100块钱两个，100块钱两个，148三个，188四个，可能有点微使用。微使用微磨损有点介意不要拍，微使用微磨损介意不要拍，那个洗脸仪是吧，口红谁要，口红赶紧去拍，口红可以去拍，有迪奥的 MAC 的圣罗兰的，看到吗，还有那个口红不能选色号，这处理了，全部处理了，就这些乱七八糟的，还有迪奥的变色唇膏，看到吗，这些像兰蔻的，这娇兰的不是，这小阿玛尼的，这些都有，直接去拍吧，直接去拍，148三个，188四个，188四个，哪有100块钱三个的口红，没有过，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看到吗，这些口红要拍赶紧抓紧时间拍，这些口红不一定你们全能拿到手，因为昨天拍了一次了，看到吗，这些颜色只是可能有点微瑕疵，看到吗，看到侧面，看侧面有点微瑕疵，颜色全是主打的颜色，这个口红兰蔻的口红是卖145的口红，能选颜色吗？选颜色是145，不选颜色就这些，不选颜色就是188要四个，然后选颜色的话就是145一个，
这都处理了，这是磨损的，你看一下这个 MAC， 这颜色都是主打的颜色，给你看一下吧，没有一个不是亏本处理的。看一下这颜色，这个是磨砂的，每个颜色都是好看的颜色，不用备注好看的颜色或者不好看的颜色，每个好颜色都是好看的颜色，只是说磨损了，有点微磨损了，建议不要拍。50块钱100块钱两个，一不可以选牌子，你就直接随机搭四个给你。100块钱两个，148三个，188四个，188四个，要拍的赶紧去拍。不可以选牌子，建议不要拍。如果你想选牌子的话，你直接原价买就行了，原价去买，都是正装的，看到吗？有 TF 的、迪奥的、TF 的。MAC 的、迪奥的、兰蔻的，下面还有兰蔻的，看到没？迪奥的、海蓝之谜的有，要拍的话赶紧去拍，要拍赶紧去拍。这个眼膜谁要？这个眼膜4盒5盒，来，这个只有两个人可以抢得到，只有两个人抢得到，清货了。口香糖的眼膜，睁眼款和闭眼款，这个是去黑眼圈的，这个去皱纹的，100块钱五个，只有两个人可以要，要的话直接去拍。后台在不在？后台的话就是你们客服只。我跟你们说，接单只能接两个，我不说的话你先你自己，这个就五盒，之前是卖55一盒的，之前是卖55一盒，这个是口香糖眼膜55一盒的处理了，只有两个人可以买得到，要的话直接划冰划一，拿两个口红拍一元链接，备注上磨损啊，备注上磨损，不备注磨损不发货，不备注磨损不发货，全部清库了，备注清楚啊。水乳霜精华套装可以哪里拍？一元运费链接直接拍，一元运费链接直接拍，一盒是10个吧？一盒是10个还是几个？反正你自己搜一下吧。淘宝上有卖这个价格，应该是卖到多少来着？你自己去看一下价格，反正绝对比这贵。赶紧去拍吧，看你们看直接看上面条幅就可以了。海蓝之谜也有。刚才的口红，这些口红是100块钱两个，148三个，188四个，直接都处理了。正装的有迪奥的、MAC 的、香奈儿的、MA 就是什么那个兰蔻的，TF 的都有 ，TF 的都有。磨损的洁面有磨损的，等一下给你看，等一下看给你笑笑。你随便，你备注上清楚，联系专属客服去拍。像磨损的话，你直接找专属客服去拍就行了。磨损的洁面，等一下给你看吧。弄呗，大宝贝。是。弄呗。这个香水真我的，谁要？这个就一瓶了，磨损的，给我150。你给他们拍吧。香水不用拍，你们谁要这个？迪奥真我的这个香水150，烂了这个盒子，150。裸盒的口红那个是100块钱两个，188四个，188四个口红多少钱一支？宝丽的宝格丽的夜茉莉不知道，我得给你看。纪梵希的散粉，这个磨损的谁要？看到吗？100块钱一个，雪
花绣的，我给你看一下。这些磨损的应该不知道有没有了，昨天卖的他没配货呢，昨天卖的没配货。过新的吧，过新的产品吧，然后我们过那个洗发水啊什么的，沐浴露，香水有，香水有，但是如果不是裸瓶的就全新的就贵。感谢珊珊的反馈，感谢黄珊的反馈。地上的香奈儿是啥？地上的香奈儿哪有香奈儿？那个是水，估计卖过了，不用拍了，不用拍了，卖过了。新粉有多少？新粉指针烧了一种，给我上一下香水。你直接医院运费链接直接拍吧，拍了备注清楚。水乳霜套盒我给你看，9.9的东西可以买一个进行体验一下，体验完了之后再买，再回购其他产品也可以啊。军工水刚到货，好像是军工水昨天才到的货，给你们看一下。军工水在这儿，军工水是就到了四个，昨天到了四个，就到四个没有了，这是年前最后一批，就是说这个四个水卖完以后就没有水了，知道吗？这个是100块钱一瓶悦木之源的军工水，素师傅针对油皮闭口跟那个就问题性皮肤，这个可好用了。这福利还不够大吗？直接都处理了，算是。裸瓶的粉底液，裸瓶的粉底液有个阿玛尼的，裸瓶的阿玛尼的粉底液给我100，这个直接带走。阿玛尼的粉底液直接带走，裸瓶的100。像这个这两个套盒谁要？这还有两套卖完不上架了，这个咱仓库我不知道拿没拿，这个卖完不上架了，只有两套啊，不要多接。这个给我58一套吧，58一套，悦诗风吟的绿茶的5件套，一个水一个乳，然后一个水乳小样，一个面霜，总共5件套，给我58，适合干皮，这个是基础性的补水的，悦诗风吟的，给我58一套，给我58一套，我过了之后不再，我过了以后就不再那个什么了，混干皮混合干，适合混干吗？那个就是干皮肤用的，就是基础性的补水。然后这个套盒还有，这是老款的悦诗风吟的，都处理了。这个悦诗风吟的老款的这个套盒，这个是7件套，一个洗面奶，一个水，一个乳，一个面霜，一个精华，总共是7件套，两个小样，总共是7件套。这个还有几套我看处理，1、2、3，帮我拿一下子，我先把架子拿来。那咋了？对不对？咋了？啥？啥？不是，架子。等会小辉不是来吗？他那个箱子，他问那个他装鞋的箱子需要多少个？把那个架子给我拿过来一下。架子。那个。晚上过磨损吧，晚上过磨损，我们先过这个其他的这个特价处理的东西，不上架的东西，下架的东西过一下。再过套盒吧，行吧。这个套盒是悦诗风吟的绿茶7件套，处理完以后不上架了，我说不上架的东西就不上架了。这个你们买到，反正绝对划算，绝对划算，划算。打折。一个洗面奶，就是它如果是皮肤就是比较干的，可以选这个套盒。男士也可以用这个，清爽，特别清爽。一个洗面奶，一个水，一个乳，一个面霜，一个精华，两个水乳小样，反正用大半年，用3个月没有问题。这个你们拍吧，拍了备注清楚就行了，拍了备注清楚。对，医院运费链接或者到专属客服那里都可以，或者是到专属客服那里都可以。悦诗风吟的绿茶7件套，今天给大家放的福利价，就最后我查一下有几套。来，一个一个给我，不着急啊！一套、两套、三套、四套、五套、六套、七套，加我手里一套，八套。你们如果要的话，听好了啊，八套。如果要的话，给我100块钱一套，100块钱一套，上架拍。拍完以后没有，悦诗风吟的绿茶7件套，一个洗面奶，一个水，一个乳，一个精华，一个面霜，两个水乳小样，总共是7件套，绝对可以用，最少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这个套盒男士也可以用，给我100，要的话赶紧去拍，下手快。不是说这个今天卖完这个这些都没有了，1、2、3、4、5、6、7、8套。然后这个新款的就不处理了啊，新款的就不处理了，新款的是175。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新款的是175，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老款的，老款的比新款还多一个精华，还要便宜。老款的下架了，以后不上了，就给我100块钱，新款的是175，就直接处理了，知道吗？男士其他套盒有，如果你想要这个套盒的话，就175全新款。然后其实这个它就适合干皮，其他没什么任何作用，就是绿茶提取的，就是以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知道吗？然后你们如果拍的话，就直接去拍这个老款的就可以，新款的还是175的价格，赶紧去拍吧。还有这个套盒，这 AHC 的神仙水的套盒也是 AHC 里面最基础的一款套盒，今天给大家秒杀价，就是有个几套吧，有个十几套，如果要的话给我100块钱一套 AHC 的神仙水套盒，调理效果很好，这个就是基础性的调理，它是适合25岁以下的，就是比较年轻，适合年轻人的肤质，如果你年龄大了，你就这个不起不到啥作用了，知道吗？这个是洁面，过一下可以，海蓝之类的洁面可以看一下。洁面好的，我给你过了，诗雅，这个给我100块钱一套，给我100，直接过了，反正就几套了，24、6、8、10、9、10、11，还有个21套，还有21套卖完就没有了，就下架了。我们家都实打实的仓库，而不是说就是搞几个架子摆几个样品在那儿播来播去，还是那个样子。我们仓库播完，我们实体店播，实体店播完之后，我们还有自己的鞋子实体店。我们只有做的就实体有批发，知道吗？有男士的套盒吗？有，用哪一个？你如果是不会选择的话，你把你的皮肤的照片拍我们家专属客服，让专属客服给你做专业搭配。这个韵诗丰盈的这个蓝森林还有绿森林的套盒，最后有几套？这个是适合男士用的，反正你们要的话就随机发了，这个套盒就随机发了，两款套盒都适合男士。盒子有点微磨损，建议不要拍。这个盒子有点微磨损，有一个绿森林和蓝森林三件套处理，是给我100块钱一套，一个洗面奶，一个水，一个乳。但这款乳它的乳质乳地是非常清爽的，男士的皮肤一般都爱出油，如果你不给他拿那种就是质地清爽的乳液的话，就是他皮肤用上去可能会呼呼的那种黏黏的不舒服。但这个1、2、3、3件套给我100块钱一套，磨损了，有点微磨损。香缇卡的隔离，海蓝之谜洗面奶有两个。微磨损，建议不要拍，要的话给我100，只有两个裸屏，很好用。这个洗面奶我们批发是批发200多，批发是批发195还是205的，就磨损了，磨损就直接过了，磨损直接赔本出了，给我100块钱一个，秒杀了，我马上给你们上啊，马上上。洗发水的话是。保湿的比较好的套装，有没有清爽的精华？有的，亲爱的，小灯泡是有小样没有正装了，给我100块钱一套，一个绿森林，一个蓝森林，随机发。有点微磨损啊，有点脏了，建议不要拍。因为在仓库货量比较大，大家也理解一下。我们刚刚看了一下，我们家仓库确实，目前光没有拆封的那个箱子的。到货的还有6、7百箱没有拆封，所以说我们这些货架上的货，包括还我们这个货仓库太小，知道吗？这是试用装，这个算是没有试用装，贴了条子的，这个也给我100，都是100处理掉。男士的套盒啊，磨损的套盒有啊，海蓝之谜的磨损的，这个是呀，这个洗面奶磨损的给我100块钱一个。窗帘来了，这个天绿丹的套盒全新的贵，全新的批发是425，有反正不过有裸屏的，你们要不要？不是有磨损的，你们要不要？磨损的在这边地上，看到吗？它其他的区别，就磨损的就是盒子这边都磨损了，看到吗？盒子这边都磨损，现在都在清库了，这价格都是最低的价格了，你永远比不上清库的价格，什么打折呀、秒杀呀，比不上清库的价格，因为清完仓库以后就放假了，过年我们把仓库的货全部都得处理完、清完，知道吗？这个套盒全新的给我425。你如果不要全新有磨损的，给我260一套，这个天绿丹的精华版，一个精华大的一个水，一个乳，一个精华，还有一个面霜，这个是4个小样，4个中样。
正品支持专柜验货。我们在自己的实体，我们在自己的仓库可以拉下我们家后期的，可以拉下后面的直播回放，磨损的260，全新的425，这个适合25岁，就是你适合20岁，只要是20岁以上的都可以使用这款套装。联系专属客服，让专属客服给你拍照片吧，行吗？让你拍照，你把皮肤的照片拍我们家专属客服，在仓库灯光不好，然后而且穿上红色会显得皮肤黄一点。然后刚刚黑色的有点曝光，包括这个红色都有点曝光。祛斑的有什么？祛斑的给你看，有没有大瓶的精华和面霜？有的，马上给你们过，都处理了，全部搬仓库了，全部清仓库。那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全新的吗？全新。那个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是没有用过的，看到吗？没有用过的，封是没有拆到里面，但是它是坏包装，盒子有点磨损了，所以说才处理的，就是给100块钱一支。100块钱一支，还有两只，还有两只，赶紧去拍。兰蔻的196看一看，先给我套盒吧，可以，我先给你给我套盒吧。每个人的心里的想法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别人说想过口红，然后有的人想先看洗面奶，我们一样来，一样来，可以吧？有的人可能有的过不了那么多，嗯，我们一样一样来。这个人参版的套盒。它的营养价值会比那个什么更高一点，这个人参版的那个套盒，就是人参系列的这个，磨损了，样品装这一套是要磨损的样品装是要，但是里面是新的，这一套我们批发价是425，要的话给我260，快点，要的话直接带走，你给我260，这是人参版金盖的，看到吗？人参版金盖的循环袖，给我260，直接带走。黄金套盒没有磨损的康联，没有磨损的，有磨损的我就跟你说磨损的，你直接备注清楚吧。然后这个磨损的，然后是试用装，里面是全新的，给我260，给我260，1元运费链接直接拍。没有了，没有了，然后就一套，你们先到先得，看后台看一下。这个确实就一套，而不是说给你们说这个专，这个是祛斑去淡斑去黄，美白效果很好，这个套盒。然后你们可以做按摩或者刮痧用，效果更好，里面还有中药成分。今天遇到一个客户，他说我之前用的是那个美琳凯的，其实美琳凯的东西是里面还有激素的，曝光了已经。他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第一开始没有任何反应，等到慢慢后期，等到3个月以后，脸上慢慢开始过敏。这种现象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这种现象如果你之前用过，就是懂行的，如果你之前用过激素类型的产品，一旦把你那款之前的产品停下了以后，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衰老程度，包括就是那个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很不好的那种现象。然后当用着这种比如说中药类的产品，或者中草药，或者那个植物类提取的产品用到皮肤上之后，它会产生排斥，知道吧？它会就像它像雪花秀这种套盒，它是从内而外的给你表，我把里面的毒素跟之前的残留的一些脏东，就比如说残留的一些就是皮肤对皮肤产生伤害的激素呀，它会往外面给你排出来。当排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排异现象，也就所说的那种泛红呀、过敏这种现象，知道吗？有的，海蓝之谜的眼霜裸屏的150，全新的425。裸屏的125，裸屏的是150，全新的是425。这个谁要谁去拍就行了，就一套这个。我们家是实打实的仓库，而不是说几个东西。白头发想要多少钱？没有白头发。贝德玛的卸妆水有港版和法版的两个版本，价格都是一样的。1元运费链接直接拍，或者是你直接联系专属客服去拍就可以。秒杀的洗发水和那个护发素都是。秒拍的那个就是秒杀的洗发水和护发素都是19.9啊，单拍一个19.9。姐姐，你的皮肤怎么不调理一下？我在仓库，这个灯光是曝，这个灯光打到这个红色衣服曝光，知道吧？你看一下直播回放不就行了吗？行吧？你不能单单只看我在仓库，我没在直播间。而且这个没有美颜，我跟你讲句实话，你要看那种就是带美颜的，比我皮肤差的那太多了，而且那打出来那镜头特别好，我们这里是没有任何美颜的。这个样子，这个因为这个红色跟黑色全部都曝光，在仓库又特别冷。念姐刚出月子不长时间，刚生完娃，天天的症状啥时候有货？现在暂时没货，只有中药。其他的海蓝之谜有，
但是你要全新的还是要裸拍？全新的，这都是全新的。剩的不多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剩的什么东西了。这应该是精华，这个应该是洗面的。慢慢卖完了都，处理完了都。眼霜也就几个了，眼霜有六七个，都处理完了，全部再清仓过。我剩了乔治。裸屏的眼霜给我看一下，贵妇眼膜有磨损的吗？贵妇眼膜有处理的，昨天你们没上吗？昨天你们没有不是，我说你们昨天没有买吗？这个，昨天那个我们家两场直播都有试这个眼膜，超级好。但这个磨损的，给你们说一下，磨损带盒，这个盒子边边角角全部都磨损了。你们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不介意的话100块钱两个，给我50块钱一个吧，给我50块钱一个。眼霜150，裸屏的，眼霜裸屏150，全新的是425，粉底液也有。这个直接去拍吧，50块钱一个。这个眼膜小莫，你看一下昨天的回放吧。我们在仓库不讲细节，就是不讲产品的用法。你如果想去看产品用法，看直播回放，或者是我们明天中午讲直播回放，明天10点半给大家在直播间讲那个什么。江韵诗的谁要？江韵诗的，江韵诗的谁要？香妮卡处理了，香妮卡是68一个，处理完就没有了。眼周围有细纹，哪个比较合适？如果你眼周比较有细纹，还用资生堂小钢炮，或者是拿那个保利的眼霜，或者是抗蓝光的眼霜，这几款眼霜都是主打款。迪奥的粉底液没有，DHC 的眼霜没有，香妮卡隔离是68。秒杀的是拍三发一啊，淡斑的用科颜氏淡斑精华，用科颜氏淡斑精华。其实这个眼霜很好用，就这个眼霜特别好用。这个如果你想要淡化黑眼圈，你就拿红色；如果你想要紧致抗衰，你就拿这个。这盒子到货都有磨损，不是说我们，你看这它本身它确实有磨损，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眼霜两件套，这个是伊思的两只两件套，而且它里面含有滚珠，你看一下，它做就是可以按摩。这个裸屏的眼霜给我看一下，裸屏的眼霜在那边，这个眼霜，哎呀妈呀。这个眼霜你要的话我给你们便宜点吧，就几套了。而且这个眼霜的量我给你们看一下，一支这个是一支15毫升，两支是30毫升，平常一支眼霜是15毫升，平常一支眼霜是15毫升。阿玛尼的40，我先给大家秒杀价是100块钱一个，海蓝之谜秒吧，海蓝之谜秒。但是你们谁要海蓝之谜？你们光要海蓝之谜，其他怎么办？这个伊思的眼霜，如果你们今天要的话，给你们放一个福利价，处理价啊，处理价全部处理了，给我，哎呀，给我60块钱一盒吧，相当于60块钱买了两支眼霜，处理了，能要就要，不要拉倒。有磨损，有点脏，有点磨损，外包装盒有点脏，有点磨损。我要防晒涂脸上的，有个碧柔防晒露，给我40块钱一个碧柔防晒露，60块钱的一盒，你再也买不到了，而且我全部都处理的，一盒里面有两支装，而且那个它是滚珠状的，直接处理掉了。还有什么要看的吗？那个是伊思的蜗牛眼霜和伊思的红参眼霜，蜗牛眼霜是紧致抗衰的，红参眼霜是淡化黑眼圈的。你看你要哪个？淡化黑眼圈，淡化眼袋的。我是天天每天熬夜念念今年好的防晒霜买，防晒霜明年了，就这个眼霜，你再买也买不到了，赶紧囤货吧。处理了有磨损啊，建议不要拍。所有的货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脏，有点磨损，有一点点，我发货都让他们擦一下。裸屏的是裸屏，带粉确实带粉，你看到没？都有磨损，建议不要拍。给我60块钱一个，60块钱一套，要拍的话赶紧去拍，全部清库了。你这个价格再买，年后再买这个价格买不到，清库绝对比那个什么要便宜，知道吗？
香甜啊，格力还有四个月保质期，雪浪要拍的话直接拍，满100包邮，满100包邮，赶紧去拍，满100包邮。还有伊思的蜗牛的这个，这伊思的那个水跟乳谁要？伊思的水跟乳，碧柔的防晒露还有一个谁要？给我四十，碧柔的红色防晒露，给我四十。这是咋回事呢？直接处理了啊！这个小样谁要？这个小样你看到吗？这全是小样，看到吗？这些小样你根本就买不到，而且它有就磨损的盒子的，我就不拿出来了。莱芜妮的眼霜啦，还有那个希思丽的这个睡眠面膜，兰蔻的，还有那个香奈儿的洗面奶，这些小样大家应该都知道，随便买一个都是40多块钱的一个小样。我们现在全部处理了这些小样，纳斯的这些腮红呀，纳斯的粉饼，还有 MAC 的鼻影，这全部都处理了，这腮红啊，什么粉底呀、啊，还有海蓝之谜的万能油，雅诗兰黛的这个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小样，这些都有，全部都处理了。阿玛尼的唇釉处理念念，多少钱一个？这些小样，你们如果要的话，你们看一下，这些全是小样，看到吗？迪奥的粉底液，迪奥的散粉，还有兰蔻的洗面奶，海蓝之谜的水儿，爱静的气垫小样啦，还有什么乱七八糟，这小样小东小西的，你们谁要？这些小东小西的谁要？这个。你们这些还有那个 RMK 的妆前乳，这些东西你就去随便买吧。这些东西，一个阿玛尼的粉底，看到吗？娇兰的精华，这些不重复，一个不重复，就是随机发，不重复。你们谁要？我给你们来个福利价，不要单要腮红，小样也可以在链接上面拍，但是不能使用券。你要如果使用10块钱的券了，给我90块钱，我不卖，你拍了我也不发货。你今天好像谁拍鞋子，我100块钱三双的鞋子也使用了10块钱的券，把那券取消，我再买，这东西都直接一步一到位价格了。我进的时候都多少，这个像这精华进的都40多一个，进价40多，兰蔻的洗面奶进价都得20多，这小样进价都得20多。不论斤卖，就这么多了。还有口红小样，随便拿一支口红小样。你看这 CPB 的隔离乳 ，CPB 的隔粉底，这个是，这进的都30多，进价统统30多。鞋子还有，联系专属客服去。这怎么卖？谁要？要的话直接划冰划一，看一下这些有多少。这是粉底液，看到吗？这一个粉底液，他们用最少用一个月的时间。要的话直接给我100块钱六个包邮到家，每个发的不重复，你随便拿到一支，随便任何一个东西，不低于20-30块钱的价值，不低于，我就是单独卖，不低于30块钱的价值，随便一个东西。这个纳斯的腮红跟纳斯粉饼，我们当时卖的时候还29块9，不要，要一个不卖，黄山直接上的就是这个价格。来开抢100块钱六个。你现在是希思丽的全能乳液，你出门携带多方便着啊，出门携带多方便，希思丽的这些。100块钱六个随机发。六个。莱博尼的眼霜，莱博尼的水，莱博尼的精华。看到吗？这些都有。这精华你之前买过的，你自己可以问一下老粉，这多少钱？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100块钱，当时买的好像是我49块9一个，还是39块9？这是兰蔻的面霜，兰蔻的真白面霜吧，好像是。
100块钱六个，新的新的新的。收到货当场验货，你不要说收到货这个少一个那个少一个，我还得给你补发，或者你不用，你直接当场当着快递的面直接签收，你如果不够或者是什么了，你直接拒收就行了。看到吗？日期你自己看一下日期，2022年的中文标，带中文标的，都磨损了啊，有磨损，有磨损，介意不要拍，别说你要哪一个，我们随机发，100块六个不重复，100元六个不重复，100元六个不重复，帮我办个消防弄一点。那空，对，1元运费链接直接拍，单买一个的价格是39.9块，单买一个是39.9块。护肤小样这些都有，口红小样、彩妆都有，全部多少钱？全部多少钱？你要这全部吗？你要全部吗？我也不知道多少个呀，我得给你查。你要自己要完吗？要完给我15一个，15多少钱？15.6个，15.6个，不是15，要是15的话，六个是6×60，5×6=30，90啊，90，才花到15一个，太亏了这。就是，反正我就裹着卖，就散粉，你们自己看吧。迪奥的散粉，迪奥散粉，迪奥的气垫，你们要不要？要不大概给你查一下。大要的话，大概查一下。荣誉，你要不要？你就记住送客户做礼品，就是过年的时候纪念送礼品，你回去一擦就行了。我们没时间整它，我们仓库的货实在是太多了，光仓库的货最少500万打底，不是吹牛逼，最少500万打底。荣誉你要是吧，15一个给我，你要不要？要是吧，你在几号客服上面？你在几号客服上面？帮他查一下，估计有个100多个吧，100-200个吧。全部要完15，全部要完15。你在几号客服上面联系1号客服，然后你给1号客服联系。你现在联系1号客服吧，你的那个什么名字叫什么？我帮你查一下，拍身体乳 HC 身体乳原价是85，拍三发一啊，没有没办法给你黄山，要给都给人家完了，不给你了。你们要拍的话就赶紧去拍，要拍赶紧去拍，留不了啊，珊珊，留不了啊。这腮红，你知道这腮红小样，给你们打开看一下吧，你们打开看一下，你给他看一下，这腮红小样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单独在店里面做活动卖一个39.9啊，嗯，在那边一个这边，对，看一下这腮红，纳斯的腮红，你单独买的多少钱？你在2号是吧？2号客服在不在？你给连客2号客服联系一下。这粉饼当时买的时候应该知道价格吧？应该是我们卖是49.9一个小样，卖的话是49.9，你就是拿到手。就这些东西你拿到手，你卖个39.9绝对包邮，挣个好价钱，等过年的时候挣个好价钱，一个挣20，你自己算一下吧，一个挣20，你算吧。你在那个你做微商的或者做那个什么平台的都可以卖呀，大概多少？大概我得给你查呀，大概得给你查。要的话全部给我15，估计有个200个吧，估计有个200个那个样子。还有这些迪奥的散粉、迪奥的气垫，这些看到吗？还有兰蔻的希思丽的乳液，这价格绝对反正划算。没有还有啥吗？有过了小样，不过了啊，过其他的去。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一下店铺。倩碧的透明黄油你们谁要？有微磨损，倩碧的透明黄油，倩碧的透明黄油有微磨损，要的话给我50块钱一个，赶紧去拍，透明的，要的话赶紧去拍。纳斯的正装粉饼是138，亲爱的，珊，138，透明黄油给我50块钱一个，赶紧去拍，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都磨损了，看到吗？
哎，这到货没办法，我也是没有办法，看到吗？这些有磨损，你避免不了，看到吗？看到吗？我是没办法，我没办法再清货，谁有办法会去这样清货呢？没有办法，处理的快过期的吧？这不过期啊，查一下批号不就行了吗？给你查一下批号，我给你们查一下，嗯。我看到你的消息了，透明黄油适合任何肤质，这个它是比较清爽的，它是结合有油无油的两种功效，有点磨损了，没办法，这个你们信就买，不相信拉倒，是不？我讲千言万语，说不到你心里，你还是不下单，你就是对吧？咱俩一对眼，你也看上我了，我也看上你了，就跟那谈对象一样，是吧？一见钟情的也有，那谈了七八年分手的也有。对吧？这是常有的事儿。你要相信你就买，你不相信你别下单。这光转圈儿，你看吧，光转圈儿。光转圈儿没网，仓库没网。等一下吧。对，备注就行了。100块钱6个，100块钱6个。倩碧是透明的黄油，海蓝之谜的单独买贵啊。海蓝之谜单独买，这里面你没发现这里面没有海蓝之谜吗？对吧？都处理了，反正是，给二号联系一下，那个有一个客户联系的嘛，他说单独要小样，要多少个？你问一下他。你给客户二，那个谁，荣誉还在不在？娇兰的复原蜜到货了，刚到货，我给你看一下。啊，娇兰的复原蜜到了几个？就到6个，在这儿。哎，娇兰的复原蜜昨天到了几个？到6个还是到了几个？我记不得了。娇兰复原蜜到了一个还是到了几个？07的处理不是07的，都是新的，就是盒子磨损了。有，反正你们现在能赶紧买的就赶紧买吧，就是清仓库呢。那个面膜没了，昨天卖了那个玻尿酸面膜，雪花秀的。这个是娇兰的面霜，也有盒子的，有没盒子的，就是封膜，哎呀，压盒子压了，看到吗？这个是娇兰的面霜，娇兰面霜，你们要的话给我150一个吧，就这一个了，你们要拍赶紧去拍，这些全是磨损的，这你有到货这么多，这个全新的迪奥真我的香水是268，真我香水全新的268。有处理的气垫，处理的有那个 CPP 的气垫，好像是裸屏，带盒磨损了。有这个处理的气垫，这个如果要的话，这个气垫它带替换装，一个原装带一个替换装，厚的这个黄金气垫，如果要的话给我88一套，只有这一个，给我88，看到吗？全新的，带一个替换装，给我88，就是盒子磨损了啊，建议不要拍，一定要备注上微磨损，备注清楚。海蓝之谜的磨损的组啊，不组了，不组了，一组都卖，全部就这样了，卖一个就亏一个了。海蓝之谜的睡眠面膜，就是急救面膜，还有3个，给我80，裸屏磨损的，给我80，全新的185，全新的185。这个气垫怎么备注？厚的气垫就可以了，厚的气垫磨损一个，你要厚的气垫要磨损，备注上磨损，不备注上磨损我们不发货，因为本身你要卖新的就是新的，你要卖磨损的我怕。打单的时候仓库给你们打错，精粹水磨损的是全新的，磨损的是200，如果磨损特别厉害的，这个漏点这个漏了，这个好像卖了，如果要全新的就是150，这不是要磨损的就是100，要那个什么就是150，磨损的粉饼黄山我给你找一找，应该有，我记得好像昨天有啊，得给你找到呀。哎，这有一个黄山，这有一个，我给你打开看看。昨天我记得好像有找到了，我给你打开看看。眼霜有，喜庆洋洋，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店铺，厚的磨损气垫给我88一个，
88，后头气垫我拍了，行，你拍吧。然后你直接一元运费，你直接拍就行了。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里面烂了，如果烂了，里面你还不能要呢。还好这个有划痕，这个行吗？有划痕可以接受吗？如果有划痕，请接受过100块钱吧。这个有一点点，一点点。那你去拍吧，联系最好联系专属客服去拍，磨损的最好联系专属客服去拍，太麻烦了，知道吗？补水抗摔的适合多大年纪人用的套盒？金立响多少钱一套？张子欣，子欣那个金立响是485，昨天秒杀价485。还有一次的套盒有磨损，有这一套过200。一次的套盒有一套磨损的过200，红参的这个修复的，啊？嗯，发不发都行。娇兰肥明没有到货，深呼吸。纳斯腮红有吗？纳斯腮红有，高潮和深喉，还有一个是限量款的，给我65。纳斯的腮红有的，雅诗兰黛眼霜有磨损的吗？我给你找找。雅诗兰黛，我记得那个卖了吧？好像卖也是。雅诗兰黛这个有，这个高能小精华这个。高能小精华，它是有20，它是比那个雅诗兰黛那个修复精华，它是浓缩20倍的浓。念念，你瞅瞅我，有啥磨损的有用？怎么拍那个套盒？什么功效？这个是伊丝的红参套盒，它修复效果很好。这个就比如有红血丝的，脸上有痘印痘坑的，这个修复效果很好。这个就这个伊丝的红参套盒，200块钱一套给我。纪梵希的散粉裸盒的给我100，有一个。纪梵希的散粉裸盒的磨损的给我100，有一个，看到吗？这个是不挂壁，能看到吧？一般假货的话都挂壁，粉质是特别黏腻的，看到吗？这是不挂壁的，这个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想要粉底液？哪个眼影盘？这个眼影盘吗？这个眼影盘没有几个了，我也不卖了。这个，兰蔻的196有，兰蔻的196有正装有小样，有正装有小样。娇兰的那个面霜磨损裸屏磨损的给我150一个，150一个，你们直接去拍。还有 CPP 的霜，CPP 的霜这个也给我100一个，这个 CPP 的这个霜给我100，磨损的气垫有，刚给你们看过了，有一个 CPP 的磨损气垫，CPP 的磨损气垫，CPP 的磨损气垫在哪儿来着？CP 的磨损气垫是给我100块钱一个吧，100块钱一个，带一个就没有替换装，就磨损了盒子，怎么办？眼影盘说了一堆。兰蔻的196有，正装是135，正装135，磨损的水有。这红药的精华谁要？这个红药的精华这个裸屏的给我，就这个盒子盖没了，给我180吧，就这一个了，没了。妈妈用的套盒你用这个，妈妈如果用的套盒你用这个天绿丹也可以，天绿丹，这个有一个天绿丹是这个，你这个套盒是要，这个磨损了，这个还有一套，厚的这个金绿响只有这一套了，给我350，这个给我350磨损的，这个看到吗？这个抗摔效果很好，这一套给我350，不用发了，卖完就没了。要拍的话赶紧去拍。还有这个粉底液 SUQQ 的粉底液，就这么多裸屏的给我100块钱一个。 Kiss Me 的眼线笔都有，如果看的话联系专属客服去也可以，僵尸的僵尸精华适合油皮啊，亲爱的，这个适合油皮，用之前摇一摇。这个有一个给我150裸屏的，有一个裸屏的给我150。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有一个裸屏的给我150。卸妆水有两款，有一个贝德玛的卸妆水，有一个是，给你看看，这个紫苏的卸妆水是29.9一瓶，这个紫苏的卸妆水都处理了，这个全部处理了。本来说要搬仓库呢，然后那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不是来不及嘛，马上过年了，把这个仓库直接清掉都好，
清完之后就直接以后直接再到货，明年到货就直接搬新仓库了。这个贝德玛的卸妆水，这个是法国原版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法国原版，还有一个是港版的。我给你看，先看法国原版，红色适合干皮，绿色适合油皮，秒杀价55一瓶。找了重播没找到，你说的眼什么？那明天看吧，小莫。纪梵希的散粉，裸合的100，没有关注住，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这个贝德玛卸妆水500毫升的，然后红色，和绿色，红色适合干皮，绿色适合油皮。那个是法国原版的，然后这个是港版的，看到吗？这个是港版的，这个港版的是55一瓶。你要港版，你要法版，你备注清楚啊。55一瓶，你要港版还是要法版？不一样，鸭嘴不一样。350的套盒能打开看看吗？可以，来帮他打开一下这个，好像手机快没电了。这个口腔的眼膜呢，处理了那个100块钱就那些，来就这个外包装盒磨损了，里面是新的，给我350一套，送妈妈，或者送婆婆，或者送亲戚都可以，或者过年的时候送礼都可以，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有气垫有啥？气垫多了，口红小样有啊，口红小样有100多种色号。如果想要看口红小样的话，联系客服要看口红小样。这些都那个谁联系他吗？荣誉在不在？荣誉，你大概就给200个的钱就行。这估计有个200个，你给200个，给3000块钱就行。我给你查一查。圣兰羽毛气垫有，口腔囊眼膜那处理完了吗？我也不知道。这边有那个气垫，看到吗？粉底都在这儿，气垫粉底都在这儿。荣誉，你大概估计有200个，你给3000块钱，然后给你查出来一点，行吧？然后给你发过去。CBB 的气垫有磨损的，然后100块钱一个，350的套装不用拍了，那个客户要过了。然后你要拍的话，再拍其他的产品吧，那个卖过了应该。那个是遮瑕哪个粉底好一点？如果遮瑕的话，拿那个 SUQQ 的粉底。这个只是包装盒磨损了，你看到吗？这黑这个包装盒到货就磨损了。这个 SUQQ 的粉底液，如果要的话，给我100块钱一个，有裸瓶的和没有裸瓶的，直接处理掉了。裸瓶的香水看一下，裸瓶的香水不全了，裸瓶的香水我不知道你们拍了没有拍。想要眼霜，天气蓝的眼霜，宁姐天天眼霜断货。有中样的眼霜，然后你们如果要拍的话，就是其实这个香奈儿的手霜，你们谁要？就几个了，这个香奈儿手霜，处理掉。你们如果要的话，给我80块钱一个吧，都处理了。那个香奈儿鹅蛋手霜三 C 的眼影看一下，这个眼影是这个，这个眼影盘是碎，有碎的，有漏的。还有错盘的，你们如果要给我29.99一个，不过颜色都是好看的颜色，看到吗？都是好看的颜色。海蓝之谜的小羊气垫备注上100块钱5个，你要后台把那10块钱的券取消掉，那或者是改成满三百使用那个10块钱的券。这弄的买个东西，本来那小羊16.6一个都亏了，你要把券取消掉。麦卡鲁的水乳，没有，只有水和霜。你要联系哪个谁吧，联系那个他哥。阿玛尼的唇釉有，这个红地球的高光特别好用，我回头给你们拿直播间试一下就知道了，看到吗？科颜氏高仿面霜谁要？有裸瓶的给我100块钱一个，有磨损的给我。这个高光颜色特别好看，没有一个不好看的颜色。就是这个高光，你们如果要的话，今天给我一个，我给你们一个秒杀价，39.9一个。这个高光超级好用，超级完美无敌，真好用。这个是鎏金高光，口香糖眼膜不是50，没有拉口香糖眼膜，可以打开。什么扣到想买什么？之前扣卡不对，想买过一个什么？没听明白，亲爱的。直接1元运费链接直接拍了备注清楚。雅诗兰黛小棕瓶有的，麦卡鲁的水，
麦卡鲁的是明天，就是以后白天都在那个啥，最后仓库一场再来仓库的。我发现这个他们想看想用的想试的太多了。海蓝之谜的小样100块钱5个，亲爱的，100块钱5个。阿玛尼的唇釉看一下，阿玛尼的唇釉等会儿给你看，打开一下什么的卡扣，啥卡扣，哪个卡扣，刚才你们要给客服要实拍吧。350的套盒不用拍了，拍了也不卖，只有那一个口红正装是吧？对，他们有时候打单的时候怕备注不清楚。海蓝之谜的小样都有什么？我给你看一下去。德馨的指甲液谁要？9块9一个，9块9一个。小草莓的唇膏谁要？给我6块一个，变色的。泰国小草莓的唇膏变色的6块，然后这个遮瑕液你们如果要的话给我9块9一个，9块9，9块9。菲洛嘉的有，只要菲洛嘉洗面奶、菲洛嘉卸妆水、菲洛嘉的水、菲洛嘉的面霜、菲洛嘉的眼霜、菲洛嘉的时间大补面膜全部都有，菲洛嘉精华全部都有，全部都有。405完好多少钱？405完好是135，135。这个你们要的话可以去拍这个。德馨的遮瑕液9块9，9块9。小样都不卖吗？小样卖。这个是小草莓唇膏，给我6块钱，给我6块，给我6块。小样卖啊，小样这些100元6个，100元6个。红地球的粉底液没有，断货了。还有适合妈妈用的补水套装吗？如果你要适合妈妈用的，给你推荐一款，亲爱的，来一套雅诗兰黛，雅诗兰黛首选就这个，这个红石榴雅诗兰黛5件套没有货了，还有几套。看到吗？还有上面1套2套3套4套5套，加上这一套6套，6套没有货了。然后你如果要的话，这个给我给我450吧，450吧，对，450吧。不能像以前一样吗？自己选小样可以选呀，可以选的话就原价买嘛，对吧？原价买。然后口红的话只有这些，如果你们想口红这些主打色都有，迪奥的、 MAC 的、 TF 的、纪梵希的，这些全部都有，香奈儿的，这些都是磨损的啊，建议不要拍。兰蔻的、阿玛尼的，这些口红全是100块钱2个，148三个，188四个，全部处理了，全部处理了，就这一筐了。你们买到就买到。还有316，你看到吗？这颜色都是好看的，全是好看的颜色，只是盒子磨损了，建议不要拍。如果拍的话，备注上磨损，而且有点瑕疵，有的有瑕疵，有的没瑕疵，看到有点，看到吗？这是流血红。颜色都是好看的颜色，只是有点磨损了，外包装盒有点磨损了，有的可能是头上膏体或者有点裂了，有划痕了，属于正常现象啊，介意的不要拍。挑色号原价买，金铃响姐姐你能给我看一下吗？我要一套那个套盒，金铃响那个8件套企划版的468，全不是那个485，菲洛嘉的十全大补面膜，我看还有几个，直接都处理了。这菲洛嘉的精华吧，应该是这个。这菲洛嘉精华是要，菲洛嘉的精华如果要的话，这个给我81个，处理了不上架了，以后全部给我80。菲洛嘉的精华给我81个。精粹水多少钱？精粹水裸瓶的是200块钱一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裸瓶的100毫升的是200，裸瓶磨损的是200，给你们看一下吧。处理了都，没有关注店铺的去关注一下店铺。裸瓶就是磨，但盒子有磨损的，就是或者是。裸瓶的就给我200块钱一个，100毫升的直接处理掉了。磨损的厚的套盒我想要，以前那个套盒不带眼霜没有了，不知道，亲爱的，你去联系专属客服去。菲洛嘉的面霜有，菲洛嘉面霜给我一百一个。菲洛嘉的眼霜你要的话也给我100，只有这几个了。菲洛嘉眼霜要的话给我100，菲洛嘉精华给我80。如果要面霜的话，菲洛嘉的面霜在这里，菲洛嘉的面霜好像在这里，没有多少了。菲洛嘉的东西都处理完了，这个是面霜给我100一个，卖完了。然后这个是气垫 CP 的气垫，这磨损的给我100一个 ，CP 的气垫磨损的给我100一个。十全大补面膜我得给你看，眼部精华马上，眼部精华过几天才能到吧。口红小样磨损的多少钱？口红小样100块钱5个。娇韵诗的双层精华磨损的是150，在这里，那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裸瓶的给我150，这个洗面奶100，这个都这个磨损特别厉害，你们介意的话就不要拍啊。下单一定要备注上磨损。还这个是璀璨美白精华，给我150处理的。还有那个这个也是磨损了，盒子磨损了，有的有带盒子，有不带盒子。这个
给我那个，这个给我100，馥雷氏的红茶黑茶修复精华，这个黑茶非常丰，贵妇眼膜有，凡尔曼的面膜也有，雪花秀的睡眠面膜有磨损的吗？雪花秀的睡眠面膜磨损的好像是，估计是清完了，雪花秀的睡眠面膜，这也是100，都处理完了。然后这个是成野医生的 VC 面霜，这个药的话是要这个有两个裸的，给我38一个吧，我们之前批发85 VC 面霜，这个是成野医生的 VC 面霜，它美白效果很好，就是里面含有 VC。 口红正常磨损的是100块钱两个，148三个，188四个，188四个。有特价的面霜，有十全大补面膜是135，如果你今天要的话，十全大补面膜给你们按128，我得给你找一下在哪里，都差不多卖的差不多了。这个水谁要？这个水谁要？你们如果要这个水的话，给我你们便宜点，就这个。这是，这个下面。就给这。那不是那个是。我他这两个长得一样。不是我那我知道，他那个一个是 R M K 开的。结尾是 R M K 的那个，这啥东西分水？看一下海蓝之谜口红都是啥牌子？都是正品，不知道咋拍，看条幅。感谢，我买了好多年，多少？这个你们谁要？这个是伊丽丝尔的这个系列，你们如果要的话，过油清掉了，这个不卖了。这个伊丽丝尔的这个清掉。咋回事？你们聊啥呢？啥意思？啥？那个男的现在好多直播间，今天清货海蓝之谜有没有？看一下海蓝之谜的小样，看一下海蓝之谜。念姐黄瓜面膜多少钱？你们买东西，你要是咋说呢？之前那个谁家的那个有。我不说了，或者人家又来我直播间捣乱，我除了招黑，除了给自己招黑。你们也如果买的话，可以新粉买一个9.9的东西给你们上架一下，可以尝试一下。伊丽丝尔的水乳多少钱？我刚手机没电了，刚卡出去了。这个谁要？就这些了，处理了。人家只是偶尔。就有的人只是卖就卖那几样产品，就不卖其他的产品。我们家仓库光正装的有700到1000种，反正连色号什么的有1000多种，小样的话有100多一200种色号，光护肤小样都有600-700种。那做假货不会做那么全，知道吧？你要是做，你要说那个只卖那几样，那没不法不好说，不好说。金立香的面霜满多少钱？金立香面霜它都是面霜满的。我们家东西你自己看看，这东西别人家没有的我们家也有，别人家有的我们还有，别人家不做的我们还有。那洗发水、牙膏、牙刷那不挣钱的我们也做，我们做的是跟百货一样，百货类型的批发一样，知道吧？肯定不一样，知道吧？不要企划版那个专柜版是你要的话。是400几，仔细你看一下，好像是400。你要给我468吧，我也忘了。TF 的正装有15、16、80，16好像断货了，在路上。1月几号停？快递还不知道呢，快递有两家是停了，快递两家是停了。我要厚的套和磨损的怎么拍？磨损的就那一套350处理了。你要全新的带封膜的，看吧，那个全新带封膜的。这个一组一个水加一个乳，你们如果要的话，给我188一套吧。
淘宝是卖的600多，反正就处理，我全部全300多还是400多都处理了，五折，差不多都是五折，全场五折。看一下海蓝之谜小样，看到海蓝之谜哈，我手机没电了，我拉不过去，亲爱的，拉不过去。你们要吧，这个雅诗兰黛的那个这个红石榴的面霜，一个水一个乳，一个面霜一个日霜，一个晚上一组是180是吧？你们看着有时候长得一模一样，那直播间就卖了十几样产品，卖来卖去还是那十几样，卖来卖去还是那十几样，卖来卖去就那几十样，那跟我们一样吗？我们这是实打实的仓库，我们自己有囤货，对吧？我们几千种产品，几千种。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一下店铺啊，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一下店铺。有区域黑眼圈的眼膜吗？宁姐说产品可以说适合的肤质，可以可以。我因为在那个仓库，有时候太那个什么了。然后这个面巾纸，这个是100块钱七包洗脸的这个面巾纸，像现在过产品比较快，对过有时候过产品确实比较快一点。祛斑抗皱的精华，祛斑抗皱的精华，你拿那个雅诗兰黛都可以，雅诗兰黛。粉底液推荐一下，油性皮肤你首选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厚的套盒磨损的三包，一元一元链接直接拍。倩碧黄油透明的，今天50块钱一个，我们磨损处理的。淡斑精华100毫升的，我得给你过一个一个，你们每个人我。好。有时候确实不那个什么，我给你过洗护类的产品吧，我手机不拿着晃了。海蓝这个小样昨天不是看了吗？羽毛气垫是158全新的，伊丽丝尔是它是属于调理的。我给你们拿一下我的手机啊，我拿一下那个架子挂。仓库的货比较多，所以说你们面巾纸100元7包，洗脸巾啊，对，洗脸巾100元7包。100元7包，50块钱3包，100元7包。产品一个一个的过吧，我不带你们转了，转了你们也头晕，我也晕，都不知道过哪里了。我们才有洗护系列开始，洗护类的东西不挣钱，没有利润。但是别家一般好像有的都不做洗护类的产品。这个磨砂膏我之所以拿那么多货，真好用，这个真好用，这个 O Baby 的磨砂膏，它淘宝165，可以现在去搜165的价格。日本 O Baby 的磨砂膏，它里面是有点酸酸的那种，它里面含有酸。雅诗阿玛尼的粉底液只有裸瓶的，100块钱一套，100元一瓶，直接处理的。直接处理，你们如果要的话，给我五十块钱一个，只有这么多个了。O Baby 的磨砂膏。昨天你下了70，这个是磨损的，亲爱的，你要买的是全新的。别刷了，我看不到，别刷了，我看不到，你们先别刷了，好不好？太多了 ，OB 的磨砂膏，我今天处理一下给你们，处理一下。发膜是要发膜。哎呀，那刚那个黄油磨损的是黄，那个是黄油磨损的，你买的应该是全新的，或者你要不然给顾客说一声，你要磨损的。啥？一天白天买的130的口红，晚上100块钱一秒上了，啥时候？啊？你秒了吗？他可能不知道，亲爱的。我昨天没在，然后他可能不知道价格。没事，如果是确实是当天买的，给你退差价就行了。联系客服给你退差价，没事，没有关系，行吧？没事，你申请退款或者是那个退差价都可以，都没有关系。这个倩碧的洗面奶就这几个了，有点磨损。说句实话，这天有点冷，然后都有点那个凝，你看到吧，有磨损。
也有微露纤维的洗面奶，下架以后不上了，下架以后不上了。你如果你们要的话，给我，最后啊，最后六瓶，买不到这个价格了。要的话给我50块钱一瓶，我们之前批发95的，大家应该知道。少了三片面膜，你年后给我，嗯，对对，没事儿，买贵了10块20块的，给你退差价就行了，你联系客服就行了。有时候我们不在的时候，可能客服他有时候主播他报错价格了，避免不了，你也不能把我们家主播给揍一顿吧，那不可能的。这个给我50块钱一个，处理了，适合干皮，这倩碧的适合干皮，只有5个，1、2、3、4、5，倩碧的洗面奶给我就只有5个，给我50块钱一个，这是鸭嘴的，适合敏感肌和干皮用，这个。适合敏感肌和干皮用，直接处理掉了。还有一个，这个是欧舒丹的马鞭身体乳和马鞭沐浴露，马鞭系列的，这是今年的新款。要的话这一组给我100块钱，欧舒丹的马鞭身体乳和马鞭沐浴露，没有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利润，我们之前卖68一个，就是68可能挣个几块钱，十几块，就是一个东西挣个10块钱不过分，因为还要仓库，还有是吧，店乱七八糟的，你费用都得开销呀。全场买100包邮，一组给我100块钱，马鞭的沐浴露和马鞭的身乳，一组给我100块钱，处理完就没有了啊，处理完就没有了。还有这个沐浴露， PW 的沐浴露，给你们放假，放一个福利价来上架，卖完以后不上架了，这个卖完以后不上架，这个沐浴露上架19块9，20块钱一个吧，给我20块钱一个，卖完没有了。PW 的沐浴露，500毫升的，给我20块钱一个。澳洲棉，这个发膜也处理掉了，发膜如果要的话，给我48一个。资生堂的发膜要的话，给我48一个，48。阿玛尼的素颜霜福利，让我买两瓶，好用吗？那个阿玛尼素颜霜，阿玛尼素颜霜，你给我说好不好用？瑞士的牙膏有几支了啊？瑞士的牙膏如果要的话，给我100块钱三支。这个牙膏好多顾客反馈，就是比如说老公48，这个50，这个50，这是100块钱两个，一个水，一个洗那个，还有这个牙膏是好多顾客反映，就是那老公什么的爱吸烟，知道吧？他牙上面有很多的牙渍、黑斑呀，这些这个刷几次都有明显的改善。这个瑞士的牙膏刷几次都有改善，这个可以去拍。100块钱三个，适合油皮的面霜，你可以拿这个。油皮的面霜你拿那个就行。这个是科颜氏的蓝色无油面霜，特别清爽。你晚上的时候如果皮肤爱出油的，你晚上可以用这个，特别清爽。而且如果大油皮的话，首选这个，特别舒服，一拍都成水珠的。100块钱一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磨损的有没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磨损的是268，亲爱的，268。高光也有，高光是 MAC 的生姜高光，100块钱一盒。口红有啊，口红刚刚不处理过了吗？口红已经处理过了。还有这个生姜的洗发水38一瓶，100块钱三瓶，满300可以用券啊，不满300不让用10块钱的券，满300用可以用10块钱的券。你也可以拿一个润湿牙膏，拿一个生姜洗发水，或者是拿一个那个什么，这个芝帆的洗液马上用完了。马上卖完了，芝芙莲的洗液。芝芙莲的洗液马上卖完了。科颜氏的高效保湿面霜处理了，怎么下单一元运费链接直接拍了备注清楚。洗液是29.9一瓶，给大家放的福利价，29.9，来一套27岁的护肤品。如果你27岁的话，你可以这样，你把皮肤的照片拍过来，亲爱的，我看你是黄啊，还是想要调理什么哪一个？我咋没券？可能第一次在阿里下单的会有券，应该。海蓝之谜的八件套小样多少钱？168，4号产品给你讲解一下是吧？4号就是在医院运费链接直接拍就行了。纪梵希的产品裸屏的是100，裸屏的纪梵希的产品裸盒是100。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一下店铺，有什么清洁面膜吗？有这个，你去拿这个去。科颜氏的白泥面膜，这个科颜氏的白泥面膜，我们批发135。科颜氏的白泥面膜批发价是135，如果你们今天要的话，今天狂欢夜给大家一个福利价，
这个，这都有微磨损，介意不要拍啊。有微磨损介意不要拍，给我100块钱一个，给我100块钱一个。这个，这个是科颜氏的白泥，清洁效果很好，而且它的就是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也可以用这个科颜氏的白泥。跪求粉底液是吧？圣罗兰的羽毛粉底液，还有你如果想要看粉底液，联系我们家专属客服就可以。当时买的135吗？我不知道，有的有券，有的没券吧。有的有券，有的没券，全部处理了，全部处理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我得给你看。淡斑精华裸屏的有，淡斑精华裸屏的，海蓝这边想要，哎呀，你们不在，他不在一起啊！你们不要这洗护类的东西是吧？不要洗护类的东西吗？这个澳洲绵羊油的身体乳，澳洲绵羊油的身体乳，要的话给我29.9一个，29.9，拿一个也可以，但是满100包邮。面部去角有科润的去角质，科润的去角质38一个。还有这个是索旺的身体乳，要的话也给我29.9，要的话也给我29.9，直接都处理了啊，成处理的价格，要的话给我29.9，直接处理的价格。索旺的身体乳，还有西班牙的身体乳。西班牙的身体乳，这是最后一次处理了，还有2、4、6、8、9个，还有9个，给我49.9，还有9个，给我49.9。1号、4号是1号，一元一元链接直接拍，拍了备注清楚买的什么东西。这个是 LG 的洗沐浴露 ，LG 的沐浴露，爱茉莉 LG 的沐浴露，你们如果要的话，今天给你们放一个秒杀价吧，最便宜的价格29.9一瓶。29.9一瓶，卖完没有了，就只有两个味道，一个薰衣草，一个玫瑰的，这个超级好用，超级无敌好用。这个29.9，这个29.9一个啊。复活草的睡眠面膜，如果你们今天要的话，给我68一个，68。日本复活草的睡眠面膜68，这个29.9，我一个一个的过吧啊。还有这个是前两天卖断货的，这个只有直到这么多。这个是私密护理液，这个是私密护理液，澳洲的私密护理液，就清洗啊，是反正，消炎杀菌，养消炎杀菌，反正是29.9，直接去拍吧。Kissme 的睫毛膏加 Kissme 的眼线液加一起是48，没有前男友的，没有前男友发膜。海蓝之谜小样是100块钱五个，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它都不一样，看到吗？欧舒丹的沐浴露。它是两个版本的，不一样，颜色它会有一点色差，第一次和第二次进货版本不一样，所以说有点色差。海蓝之谜的8件套，海蓝之谜的5件套和没有5件套，海蓝之谜只有8件套，8件套是一个套装。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欧舒丹的沐浴露今天给大家秒杀价是，啊？多少钱？没有。和欧舒丹的沐浴露，给我48一个吧，48一个，要的话直接去拍吧，卖完就没了，要的话给我48。还有什么要？没有了，没有什么要卖的了，卖完就不卖了。这个其实这两个它俩是绝配，柳屋生发液加生姜洗发水进行调和，在头皮上洗上。柳屋生发液加洗发水，它两个进行调和。在头皮上按摩15分钟左右，时间长了会防止脱发掉发，促进毛囊再生。这个如果爱掉头发的女士，特别是寒气比较重的女性，这款洗发水每个人必须要来几瓶，而且洗头发的时候这个头皮会不会发热。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裸屏的给我100块，磨损给我100一个，科润的面霜没有货了，科润的面霜没有货，这两个一组卖吧，行吗？这两个一组卖的话，给我88一套，生姜洗发水加柳屋生发液，那个柳屋生发液薄荷味的有点太凉了，你们用这个柳柑橘味的就可以。它两个进行调和，然后在头皮上按摩15分钟，因为洗头的时候本身就要按摩头皮嘛。这个一组是88给我。口红什么活动？口红的话是100块钱两个，138、138、140、148、188、4个。
油性皮肤推荐的洗面奶，油性皮肤推荐的洗面奶，给你们拿那个，嗯，啊，看到了，对，我遮遮。可以挑吗？还是随机发？不可以挑，如果挑的话就全款买135一支黑眼圈眼膜。如果治黑眼圈，拿那个蛇毒眼膜，贝贝，蛇毒眼膜淡化黑眼圈效果很好。天使的淡斑精华裸瓶的是200，雪花秀和厚的套装有什么活动？全部处理价了，一步到位价比活动价还划算，亲爱的。海蓝之谜如果拿散的，就是100块钱五个；如果拿盒装的，盒装给你搭配好的，从洗面奶到散粉的，总共一套是168。不要科研室，蛇毒眼膜给我搞两盒，88一盒。啊，你卖多少钱？蛇毒眼膜，不是，蛇毒眼膜，贵妇眼膜50呀。蛇毒不是50吗？蛇毒88呀，价格边95。雪花油和厚的套盒有什么？DW的粉底液是138。红色还是黑色？生姜洗发水刚到货就到了十几瓶，你们要的话直接去拍，要的话直接去拍吧。雪花油、丝拉面膜、雨然面膜就这几个了，丝拉没货了，应该是只有这几个了，处理完就不卖了。丝拉面膜、雨然面膜一组是100块钱，一个丝拉加一个雨润，一组是他俩黄金搭档。一个是丝拉完之后，它就是它丝拉完毛孔里面的脏东西之后，这个是做修复的，它俩是绝配。兰芝的隔离今天秒杀价是58一个。欧惠的气垫好用啊，它摘下效果很好，118。你昨天不都是问了，眼线笔是职业学生的眼线笔，29.9。蛇毒比悦薇好用，肯定比悦薇好用。蛇毒的是专门，蛇毒的眼膜确实比悦薇好用。油性皮肤推荐什么洗面奶？蛇毒眼膜的主要功效，贵妇眼膜的主要功效是抗衰紧致。康瑞面霜没有货了，断货。丝拉面膜它是排除毛孔里面的脏东西的，然后像皮肤暗黄啦、黑头白头啦，都有去黑头的，我给你看。马上过年了。这个是韩国的 CNP 的去黑头的，一个是那个往外排的，一个是收缩的，这一盒，反正处理了，你就给我60块钱一盒吧，一盒是10盒收缩的，10盒往外排的，收缩跟排不一样。我们这一次到货的是黑蛇图，高光小样断货，高光小样断，我们不卖，麻烦。有，确实有，慕斯的洗面奶有3种。科颜氏的水乳有啊，我们家的那香水全是经典款，没有一款不是经典款的。啥？那个洗脸巾，法吗？就那款吗？就这些装袋的一装吗？还是这样发？换吗？嗯，不换了，就这吧。就是，好，那就这吧，搞定。如果你要水跟乳的话，高保科研是高保湿的那个，你就那个给我处理给你就行了。染发的产品没有，
长痘的球推荐，长痘的用科颜氏和那个黛珂的，氨基酸洗面奶有，都处理了洗面奶。你们好多人是不是都想要洗面奶？洗面奶都处理了，有没有单独选化学的水去黄的？我得给你看看这个是水还是什么。卖完了都，没有了，水不一定有了。单独选化学水卖完了。雪花玉的丝拉面膜、雨润面膜一组是100块钱，海蓝之谜修复精华有一个裸瓶的给我150，海蓝之谜的修复精华裸瓶的给我150，但是磨损特别厉害的，如果是全新的不怎么磨损的就200块钱一个。科颜氏的水乳多少钱？这个科颜氏的水乳你们如果要的话，这两个一瓶，这两个一起给我158，你单独去买，你自己算一下价格，一个水你要单买的话200多，你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158一套，一个水加一个乳，科颜氏的高保湿的水加高保湿的乳液是158一套。DW 的粉底液遮瑕还好，不还行吧，还行。你不如要那个 SUQQ 的粉底液，快递马上快停止了，马上快停止了。我们还有几天，十几天都放假了，十来天都放假了，快过着过着就快了。男士的护肤品套盒，你要悦诗风吟的那个就行，悦诗风吟的就可以。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去黑头的孕妇干性皮肤可以用吗？可以用啊，可以用啊，一个往外排的，一个是收缩的，可以用的。慕斯的洗面奶你可以拿这个，我昨天在那个直播间给你们试了，这个是菲洛嘉的洗卸二合一的慕斯洗面奶，今天秒杀价是78一个。磨损的地上有雪花玉的水吗？没有了，我要海蓝之谜的一瓶精华给我，你联系客服去拍，亲爱的，联系客服去拍就可以了。地上有什么水？我得给你瞅一瞅。那保养的照顾了？啊？那保养的照顾了？哪个保养？那个。那就是95，我定的价格表，我能不知道？就是95。主要是不是现在价格的问题，是价格的超过了。咋回事？不知道，隔康路。有啊，这边在那儿。不是那个，还有一个嘞。那我洗面奶磨损的一个都没了，不要再想洗面奶的事了。还有一个这个九刀的洗面奶，我这边包裹太多了，你今天是要问我怎么回答你啊？干性的，我们那个。有阴影，听你的那个招呼吗？这个卖多少钱一盒？这个卖多少钱一盒？这个卖多少？两盒两样。念念舌头眼膜磨损的还是全新的？有一点点盒子磨损，里面是新的。哪一个是黑粉？哪一个是黑粉？我没看见黑粉。啥时候有黑粉？麦吉丽有小样。那秒杀的东西88一盒，亲爱的。
高光没有。你们都干嘛呢？我都没看到。科研室的水乳是158一组，那个是磨损特别厉害的，特别厉害，特别厉害的。我得给你，我要要的，你要的要裸屏，我得给你找，我得给你找。哎呀，反正咋说呢？你要是你要怎么？你看啊，假如啊，嗯。咱换个话来说，要是卖假的，我们家东西加在一起几千种，就是最少小样护肤品加在一起，连正装加在一起，最少连香水，最少三千种货。阿玛尼虽然霜有，小棕瓶、小黑有哪个比较好？小棕瓶比较好用，亲爱的。苏颜霜，我给你看一下，八秒发膜断货了，什么水磨损的？给你看吧，手机没电了，你知道吧？苏颜霜，我给你看，手机没电了。天绿丹的有这个精华版的这个套盒，磨损的是260一套，处理了这个，有一套磨损的地上，还有两套这个。刚谁找香缇卡的隔夜还有4个月的保质期，处理是68一个。美蒂菲的净容霜早就断货了，年前不到货了。安雅的洗面奶有哪些？安雅的洗面奶可多了，倩碧的，还有那个菲洛嘉的，还有那个美国氨基酸的，还有馥雷仕的，全是安雅的洗面奶。阿玛尼的素颜霜，给我拿一个过来，就这个，第一个，念姐素颜霜，谁要素颜霜？就这个架子，这边这个架子，第一个就是有米黄色，发米黄色那个，行，过了。倒回去，停，好，看吧，四方盒，阿玛尼素颜霜谁要？到了，我喝了。这个阿玛尼的素颜霜，还有这个阿玛尼的素颜霜超级好用，而且量特别大，它是素颜霜和粉底二合一的，但是这个超级贵，这个是超级贵的。之前盲拍的时候是199吧，盲拍199，当时卖错了，看到吗？这个素颜霜超级好用，这个试用装，这有一瓶试用装，看到吗？遮瑕也好，干皮也好，油皮也好，它是就是你什么都不抹，直接出门也好，这个直接一步到位了，这个特别好用，这个，而且它里面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它是粉底和隔离还有那个素颜霜三效合一的，就一步到位。这个天绿丹的这个套盒里面还有一个精华，一个精华，一个水，一个乳，一个精华，一个眼霜。这个磨损的260处理的，这个有一个裸屏的，这个谁要？罗宾的处理的，你怎么着得给我200块钱，这个最少了，就这个买不到，你在外面别家你去看别人的直播间有没有，没有，抢不到货。这个有一个裸屏的，你要给我200，全新的是420，全新的420，裸屏的这个给我200，这你们买，他们谁要卖给谁吧，就这个没有了，拍个照片。应姐小棕瓶磨屏的再喷一点，该这是正装的天绿丹吗？这个是天气丹的，天绿丹的那个什么款，不是那个大套装，是中样套装。那个中样套装里面精华是大的，四个小的是中样，一个精华的是大套装，260。那个是阿玛尼的素颜霜，阿玛尼的素颜霜，我看那个是什么色号，应该是
一号色吧，几号色？01。这是01号色，01色还好吧？我觉得，我看一下这个色号，这个01号色我涂上一点点啊。拿出来一点点，素颜霜都想要，这个真好用。你买这一瓶一步到位了，花钱花的拿好，你要全新的买就420，全新的买最少420。嗯，这个还好，这个粉质，如果你是，它里面还有微珠光的，还看，里面还我在这个直播间，在这个仓库看的不是很清楚，金理想的水和乳没有单瓶的，粉底液和气垫有什么区别？粉底液是在家里面方便，然后打上妆用的。如果你气垫的话，气垫粉底液上完之后可以用那个气垫再进行，就是定妆一下。它两个气垫的话可以随身放包里可以补妆，但是粉底的话你拿着你不方便呀，你不总不能拿着个镜子在那儿涂粉底吧？你都是拿着个气垫是吧？进行补一下妆。小棕瓶多少钱？小棕瓶100毫升的裸瓶的是，也给你买200吧。但是磨损特别厉害，如果全新的350吧。全新的就是350吧。念念，我的包裹失联了。如果你的包裹失联了，是快递的原因，我们会找快递。如果是我们的原因，我们会给你补发，不会让你有任何损失。隔离有德菲的隔离给我29.9一个。阿玛尼的素颜霜是裸瓶的，给我200块钱一个。没有了，只有这一个阿玛尼的素颜霜，它比阿玛尼的粉底液跟那什么什么大师啦，比那些好用最少几倍。知道吧？最少几倍？雅诗兰黛的粉底液，看一下隔离，给你看。看一下隔离，隔离的话有德菲的紫苏隔离，你们要的话给你们放一个福利价。透明的隔离没有，透明的隔离有大宝隔离刚到的货在那里，你看一下就行了。那个大宝隔离刚到的货，看到吗？悦木之源金木水旁边那个大宝隔离，你们如果要的话，我给你们便宜点，给我48一个，就那个大宝隔离。大宝的隔离加妆前乳给我48一个，超级好用，这款是万能妆前乳，很好用。你要转发的话直接联系客服就行了，大宝的这个48给我，48。韩牛你要什么水？兰芝的隔离有绿色有货，紫色断货了，绿色给我58一个，绿色给我58，直接联系客服。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雅诗兰黛粉底液多少钱？雅诗兰双管粉底液全新的是130吧。眼发膏断货，粉水干皮用可以吗？可以，粉水肯定是粉水，它两个款，一个粉。如果你是油皮的话，你用这个蓝水；如果你是干皮，你用这个粉水，可以做湿敷用，也可以跟面霜、跟精华，做前面的那个打通毛孔的一个通道的这个拍水的这种，都可以用，你当或者是你拿那个这个水进行调面膜也可以用。悦薇的水跟乳全新的是175，裸瓶的是100块钱一瓶，裸瓶的还有一瓶水，这个裸瓶的悦木之源的这个，你说悦木之源，对，悦薇的这个水是100块钱一个，粉水有你要磨损的还是要全新的？有港版的和法版的，如果你要港版的话158，要法版的话就188，眉笔是9.9。眉笔是9.9，有特价的眉笔9.9，你们如果要的话给你们去看一下。粉水磨损的是158，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一下店铺。傅雷诗刚到货，傅雷诗的红茶的水是刚到货，昨天刚到的货，给你们看一下，就这个刚到的货185，昨天我处理一个裸瓶的卖完了没了，昨天刚处理一个裸瓶的是100块钱一个，都处理了，然后现在这里全新到货的是185，错价格知道吗？都裸瓶都是赔本处理的，裸瓶是赔本处理的。还有那个 RMK 的粉底液，这个上妆效果很好，明星御用产品，遮瑕效果包括它定妆效果都很好，这个如果你们要的话给我138一个 RMK 的粉底液，这个超级好用，就是这个粉底液它是遮瑕效果好，干皮首选，这个RMK 的粉底液，还有一颗是香缇卡的，这个是香缇卡的什么东东啊？这个是香缇卡的美白精华，但是这个贵啊，这个贵，这好像是300多还是400多，这个香缇卡就没咋卖过，好像在没拿这个吧？
二四六，二四，咱直播间没有拿这个，料里面一个，没有拿，总共就抢到六个，知道吧？面膜有啥干皮用的？娇兰的面霜，对，娇兰面霜有几个裸瓶的？你们要不要150一个？娇兰的面霜裸瓶的150给我，在下场直播是六点是吧？啊，现在几点？直播两个小时了。直播两个小时。通过直播。科颜氏歌宝诗的水多少钱一瓶？宁姐，如果单独要水就是100，如果你要一组的话，水加乳一组是150。你要是用的话，你就别跟其他东西掺着用，你就水跟高宝石的水和高宝石的乳液一起用，它两个效果出来更好，知道吧？娇兰的面霜干皮可以用吗？娇兰面霜肯定干皮可以用啊，娇兰的东西它属于滋养跟紧致的，滋养跟紧致的，你们如果是拍的话，赶紧去拍16141617176。香奈儿的眉笔有没有？没，香奈儿眉笔没货了。娇兰的水还有，娇兰的水，如果你们要的话，在这里全新的，这个有三瓶，这个娇兰的蜂蜜水，娇兰的东西跟你们说都有什么啊？娇兰的复原蜜也到货了，复原蜜我没找到，目前刚刚还没找到，但是前天我刚到货的。娇兰的复原蜜有货，娇兰的眼霜有货，娇兰的霜有货，娇兰的水有货。你们要拍的话，赶紧去拍。这个水你要的话，就给我100块钱。这个娇兰的水，你讲的太快了。去黄的水，这个滋养去黄效果很好。这个娇兰的这个，迪奥的999口红有的正装，盒子有微磨损的是100，植村秀的眉笔是29.9，29.9，29.9。对，150一组。娇兰的水是一百五十八，我说错了，亲爱的，不好意思，一百五十八，一个水加一个乳是158。然后这个是宝丽的眼霜，其实宝丽的眼霜不知道拿了没有，但是宝丽的眼霜真好用。宝丽的眼霜这个是。啊，我讲你那，你这都认识他们是吧？差不多，你太快了是吧？我在看。这个是娇兰，你还得复习，你发一遍，复习一遍。卡了。完了，那也说。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右上角点点关注。耶，太卡了。我的眼霜多少钱？我的眼霜298，全新的，裸的150，好像发过了今天的。植村秀眉笔2号色和5号色，我这边看不到了。2号色和5号色，你洗面奶你直接1元运费链接直接拍就行了，1元运费链接直接拍，拍了拍就清楚。还有湖南的洗面奶，这个湖南的洗面奶，如果你们要的话，这是男士的专用的洗面奶，要的话今天放假啊，今天放假了。洗面奶你直接1元运费链接。要的话给我19.9一个，这洗面奶真好用，而且它是日本的无难的洗面奶，淘宝有卖，55一支。你们今天如果要的话，给我19.9一支，无难的洗面奶19.9一支。还有颜色随机发，颜色随机发，能看到吧？能。它这个表都没撇，本来倒的时候，你看这个颜色有蓝色，它倒的时候。这标都是你要是，哎呀，这个好像应该是哪一种，这样应该是这样的，
好像是这样吧，我也不知道咋贴的，就那讲。没有多少钱，19.9，你赶紧去拍吧。有些东西捡漏，等一下能帮你捡漏，最后一个小时让你捡漏。最后一个小时让你们捡漏，我这个手机有点卡。SK2 的淡斑笔 ，SK2 的淡斑笔，它是采用了黑科技，就是有磁力按压棒，贴敷到脸上进行按摩，它可以帮你提取皮肤里面的色素沉着，还有皮肤的暗黄呀，或者是斑点啊，这个效果很好。它比 SK2 的小钢炮的浓缩要超过100倍，就是它的含量相当于，它的含量就比如说100滴相当于这个用1滴，知道吗？简单省事，而且效果又好，这个是完全超过于那个 SK2 的小灯泡。你们好多人都认为 SK2 的小灯泡比较好，但是这款是 SK2 小灯泡的升级版。今天给大家发放的福利价，如果全新的是298，全新的是298，你们要不要？要的话，我直接处理，反正就直接处理，给我260一个吧。SK2 的淡斑笔，给我260一个，260一个。看一下有裸吗？裸的150，处理掉，裸的150。他们备注上想要裸的就要裸的，不想要裸的就不要裸的。直森秀的睫毛夹，我这边反应比较慢，我都还没过来这信息到现在。直森秀的睫毛夹29.9，直森秀的6号眉笔没有6号，有2号和5号，有2号和5号。海蓝之谜的美白精华裸的有没有？有裸的精华是200块钱一个。宝丽的眼霜是全新的298，裸瓶的150。雕正装999是我这边没反应过来，看到吗？到现在没反应过来。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直接都处理了啊。混油皮用的水，如果是混油皮的话，用伊丽丝尔的就可以，就这个混油皮，其实兰蔻的粉水也可以首选这个，或者是用这个伊丽丝尔的这个水，这个是进行修复的。这个是裸瓶的100，处理掉，然后全新的175，这个是这个秒杀价是给我158吧，这个蓝瓶这个。芳芳的正经眼罩价格多少钱？我给你看一下。嗯。没有关注店伊丽丝尔，不是，你要哪个？我看一下这边月薇，他可能说错了。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不要过这个这个刚生过孩子的人一般见识，我脑子有点晕乎乎的。现在伊丽丝尔的还是月薇是？就这个，其实这个也好用。这个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这个水加乳，这个一组给你们，给我188吧。这个水加乳一组88，这个真好用。这个粉水原版的磨损的是多少钱来着？粉水原版磨损的是188。雅诗兰黛眼霜有，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有到货。处理给我全新的是138。全新的是138，然后如果要裸屏的就是100，如果要裸屏的就是100，188是吧？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新粉给点关注，新粉给点关注，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直接都处理了，然后一会儿放炸弹啊，一会儿放炸弹。花王的蒸汽眼罩是吧？素颜霜那个裸屏的是200，全新的是45。花王的蒸汽眼罩，你要的话就是45一盒，45一盒。如果要散片的话，就是100块钱30片。散片的话就是100块钱30片，没有了，都处理完了，就这么多了。这几个有压损的，看到吗？压损的这几个给100块钱30片，有几个？这个100块钱30片。这个蒸汽眼罩我前天教过使用方法，你们赶紧去使用，就是那种用法是最好的效果。直接去拍吧，直接去拍。
宁姐给我买点水乳霜、眼霜、干皮用，可以。阿玛尼酸霜裸瓶200。荣誉，你联系咱家那个客服了没有？你要要的话，我下午把那个东西点给你。啊？你联系咱家客服了没有？荣誉，香水看一看是吧？那个手机充着电吗？那个充电了，充着电了。裸屏的都可以，不露就行。香水看看可以，香水有几瓶？我下播了啊，然后我等一会儿看吧。另外一个房间号你们关注关注一下，或者你来播。现在播。嗯。现在播，一直播到6点。播一会儿，你下播，播半个小时你下播，然后我再开下一场，我这会儿配货。嗯。念念海蓝之谜的乳霜是不是本来就没有装满？他那个乳霜，他就那个样子，他不是说我给你专门抠出来，或者是不给你故意发满，他确实就是那个样子。苏苏，你那边是你是新疆的对吧？苏苏，你不是新疆的吗？你们去看，你给他带着他们去看香水跟口红吗？那你直接播那个香水口红给你们看，行吧？另外一个房间号关注一下，今天下午6点会有直播，167291，另外一个房间号。哦，你不是内蒙的，我好像记得谁是内蒙的，新疆的，记得谁是新疆的。裸瓶的香水没有几个了，裸瓶的香水都处理完了，有一个真我是要，这个真我如果要的话，给我150，给我150。还有一个，这两个真我要的话，给我150。看你直播上瘾，167291，秒杀不要停，然后给他们去过香水，往那一坐，然后谁要想明明慢慢往那一坐就行。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给我一个特价，给你一个特价也得给你100块钱最少了，不能低于100块钱了。那这个进的都贵，科颜氏不挣钱，科颜氏没有其他东西有利润，一个洗护类的一个那个科颜氏都没有利润。宁美，你给我秒点水乳霜、干皮、眼霜用的可以。香水这个裸瓶的给我150，迪奥真我这两个可以选，这两个真我谁要的话给我150，只有两个，你来给他们发个图，只有两个，一个淡香型，一个浓香型，这个是淡香，这个是浓香，给我150裸瓶。秒个口红小样吧，送我一个邂逅的，我都已经3盆邂逅了。100吧，100没有100了。你要是不挑就是100，那有几瓶100的香水？这几瓶 CK 的啊什么的，这几瓶你要不挑的话就给100这几个。那个刚那个是100，挑的话就是150，不挑就是100块钱随机发。你反正让他们备注清楚就行，理解一下，理解贯穗。香水让我们家那个男主播给你们过一下啊，走，我们看一下那个，过一下香水，过完香水我们就下播了，好吧？去看小妆小样跟那个彩妆去，还有好东西没给你们过呢，然后等到下午吧。洗脸巾谁要？洗脸巾就这到货一箱，给我100块钱7个，看到吗？100块钱7个。全是小样类的啊，小样的，你过小样吧，过小样。还有科颜氏的牛油果眼霜刚到了货，给我100块钱1个，要的话28克的，给我100块钱1个。然后你过吧，荣誉你在不在？荣誉，我给2号客服联系一下。你付款了没有？你付款我把那个小样给你留出来，你不付款我就先紧着人家发。你往那一坐，你哭了啥哭了？喂，喂，有一个荣誉，就是那个他是阿里 ID 叫荣誉的那个有没有你？
就是他联系你了没？他要他说他要把所有户部想要那些一百万六个的全要完，他联系你了吗？啊，好。他联系你吗？荣誉。阿里 ID 是荣誉。口红。荣誉在不在？高光想要有。高光想要，高光想要没有。没有 MAC 的都发了完了，那都不挑了，高光小羊不卖，不卖了，高光小羊全部那个单卖的话40多块钱。喂，荣誉你在不在？荣誉，他说他联系你，有人联系你要小样吗？你还有信息没回吗？有点太卡了，他说要那个护肤小样，可能大概有200个吧，你先说他3000块钱。我给他点出来。海蓝这边的小样是吧？高光小高光，你不要买小样，你买正装嘛，小样我们也不卖，太麻烦了，亲爱的。你100块钱6个，我不是那种爱说大话的人，你100块钱如果不赔的话，我跟你说，咱以后别来共事，真的是全赔，没有一个不赔的。对，这个面霜你们可以要几个？这个是日本小黄鸭的儿童面霜，就这十几个了。你要的话给儿子，如果给儿子或者女儿在家里买那种宝宝霜，那种搓脸搓脸，那个日本的这个特别好用，滋润效果特别滋润，就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添加，给我38一个。日本小黄鸭的儿童面霜给我38一个，对吧？要拍的话赶紧去拍。海蓝之谜的正装有裸屏。裸屏有的，直接去拍吧，直接去拍。海蓝之谜的小样这些都挺全的，看到没有？还有这个，你们要正装都有正装，要小样还有小样。小样这个是39块9一个，娇兰的蜂蜜水39块9一个，娇兰的蜂蜜水小样39块9一个，要的话直接备注清楚，买的时候也备注清楚。让过香水或者购口红小样吧，你们要看口红就看口红。我一会儿下播。来来来，高光小样没有了。你坐那吧，拿板凳。等一下，我去拿个板凳。来，不是有人要那个口红小样吗？口红小样全在这里，全在这，全在这。海蓝小样，海蓝之谜的小样吗？海蓝之谜小样100元4个。口红香水小样，我们家香水小样还是其实挺那个啥的。其实挺齐的，100元6个，100元6个。迪奥的，我给你找一下迪奥的。迪奥的。哦，能，这有一个迪奥的钱呀。迪奥的，这是迪奥的香水钱呀，100元6个随机发。如果要是挑的话，就是可能比较贵一点，黛珂水乳。海南这边想要过一遍。口红小样多少钱？口红小样28，然后100元6个。海蓝之谜小样多少盒肉？哦，口红小样105个，香水小样106个。多少毫升？是20毫升的，20毫升。如果挑的话，就是比较贵一点。那个带你去看海蓝之谜小样。海蓝之谜小样。多少毫升？20毫升。香水什么价格？28元1支，然后100元是6支香水小样。对，20毫升。海蓝之谜全部都在这边。喏，海蓝之谜的小样，这海蓝之谜小样的一部分。然后那边全部都是，这边都是海蓝之谜小样，全部都是。喏，这边全部都是。
口红小样迪奥九九九，有的。口红小样迪奥九九九有。因为我们家的牌子实在太多了，等我要给你们找一下，我才知道在哪。迪奥哑光六六六，迪奥口，迪奥的。no， 不挑牌子，对，一百，口红的话是100元50，海蓝之谜小样100元4个，海蓝之谜小样100元4个，口红小样颜色是，这是迪奥九九九，是迪奥九九九，看一下，迪奥九九九，纪梵希散粉小样没有，对，口红小样的话是100元4支，100元5支。100元5支，宁姐刚说的，什么？宁姐刚说的，这是，对啊，口红小样是100元5个，看一下海蓝之谜小样都有啥？海蓝之谜小样都有啥？洗面奶、乳霜，还有那还，刚刚不已经看过了吗？口红都有什么颜色？口红颜色基本上都有，有迪奥九九九、哑光和滋润，还有迪奥080、迪奥666。有非常好看的颜色，都是基本我们家卖的口红都没有，买过的姐姐也知道都没有那种就是死亡芭比粉啊什么的。迪奥口红小样迪奥999可以100元5支吗？这个不行，因为是随机发的。海蓝之谜小样100元5个，宁姐刚说的，宁姐说了吗？宁姐，海蓝之谜小样100元5个吗？哦，那行，海蓝之谜小样100元5个，赶紧拍，速度拍。霜是多少克？我给你看一下。嗯，7毫升。对，100元5个。那下单了，但是随机发的，随机发。香水小样什么价？28一瓶，20毫升，100元是6瓶香水小样。口红小样的话是100元5支，海蓝之谜5个都有啥？海蓝之谜5个也是随机发，随机发。海蓝之谜小样5个是随机发，然后口红的话也是随机发。那不可能说就是你花100元，然后说就是买5个迪奥九九九，然后就给你发5个迪奥九九九。因为小羊皮33。香水小样香奈儿的看看，好的，小羊皮333好像没有。香水小样香奈儿，好，去那边看香水小样，在这边。嗯，就要什么香奈儿，香奈儿啊，香奈儿都有很多，这全部都是香奈儿的，气垫里没有，然后这全部都是香，哎，这是 YSL 的，这香奈儿的，气垫，这个是香奈儿的，过下口红，看口红，你们到底是我这样吧，先从那个口红过吧，先从口红过。那你有我，有面霜，香奈儿洗面奶，这有生蓝小金条。迪奥唇膏能不能海蓝之谜乳液？海蓝之谜乳液裸瓶的吗？不行，这不行。口红就是口红，然后那个护肤品小样就护肤品小样，
生蓝小金条也是，那个就是小样的话也是28，所有的小样都是28。变色唇膏和小样都没有什么色号。我等一下，我给你那个唇膏吗？有唇膏吗？都是28，只要有小样都是28。生蓝、小金条、小样的话，小样还是裸汁啊？不是，小样还是那个正装。海蓝之谜乳液裸瓶和全新的歌多少钱？姐，海蓝之谜的乳液，裸的是200，全新的是425，过吧口红。好，阿玛尼。等一下，我看一下。阿玛尼红管唇釉200，阿玛尼红管唇釉200，剩下两个。正装的小金条是，正装小金条看一下有没有。等一下要，法国的大宝隔离50，大宝隔离是50，过吧扣。正装小金条，100，我看，等一下。播林浪了，好，今天晚上播了，今天晚上也是播那个化妆品，娇兰金钻粉底有红管200是小样还是小样，纯有，阿玛尼，海蓝之谜散粉和隔离多少钱？娇兰金钻有好，娇兰的粉底液，但是不是金钻我就不知道了。唇釉多少钱？唇釉28，有些小样28。口红过了，再过。娇兰金钻没有，那就没有。张 TF 白管，这所有的都有，这个是。阿玛尼红管唇釉405，也娇兰小嫩帽，对，也娇兰小嫩。阿玛尼唇釉有522嘛？你问的我都正对，保证正品，对，有点懵逼。我不知道价钱，可以给你们随意卖吧。刚那个美国大宝隔离是50，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口红我们家都有颜色，基本上淡斑精华可以随意。海蓝之谜散粉和隔离，海蓝之谜的散粉，哎，今天海蓝之谜散粉多少钱？隔离的，海蓝之谜的散粉和隔离，小样的话都是28。有防晒霜吗？防晒霜现目前没有。像这气垫有吗？什么气垫？什么牌子的？有 YSL 的，还有那个阿玛尼的，还有那个还有什么？有气垫，对 ，YSL 小金条有小样，生蓝小金条有小样，雪花秀套有没有染发产品？没有染发产品，对，有啊，对，还有欧惠的一拖三那个气垫。还有圣罗兰的气垫，对，海蓝之谜散粉和这，没有海蓝之谜散粉断货了，然后隔离也断货了，
没有症状，不是，对，没有症状。眼膜讲一下，眼膜那个在化妆间不是讲，就是讲过了嘛。然后有一个蛇毒的眼膜，还有一个那个贵妇的眼膜，贵妇的眼膜是51盒，然后叫那个蛇毒的是80。我会期待有几个色，一个色小哈油套盒，小哈油套盒现在是过的口红，我会的三个期待，那款多少钱？那个是125，我会那款气垫是125，厚的套盒。姐姐现在过的是，口红，你们有没有想要的口红？口红的颜色，你们跟我讲，然后我去帮你们找。这个喜欢吗？抗皱的眼膜，雅诗兰黛粉底液，雅诗兰黛粉底液。现在过那个就是口红吧，抗皱的眼膜是啥样的？抗皱的眼膜有那个抗蓝光眼膜，还有那个手里哪个颜色？这个吗？这啥？这眼影吧？这个是眼影吧？我感觉这是眼影，这是 STILA 的。STILA 这是眼影口红，我先给你们看一下阿玛尼唇釉201，眼膜是贴的吗？像，对，眼膜是贴的。你可以看一下昨天的直播回放还有前天的直播回放，都在化妆间里，都在化妆间里，然后贴了 CB 的隔离油。口红颜多少钱？唇釉五二二油 ，CB 的隔离也有 ，CB 的隔离135 ，CB 的隔离有替换装 ，CB 的隔离有替换装，有一个替换装，135，我不知道价格，随便卖了135。再往这边走，这边都是，这是啥？不是什么，唇釉怎么喷？唇釉直接就是 CB 油 ，CPB 的油有替换装。怎么拍？一元运费链接直接拍。那个口红的话是28单支，口红的话是单支135，卖便宜了，卖168的。就这样吧，反正135吧，算了吧。宁姐在外面，什么口红现在都有，迪奥的、阿玛尼的，还有雅诗兰黛的，还有那个兰蔻的、MAC 的，什么都有。再往这边走。这种是雅诗兰黛的口红，雅诗兰黛 DW 粉，雅诗兰黛那个 DW 粉底液也是139吧，口红139 TF 白管油，这是雅诗兰黛的口红，雅诗兰黛420，雅诗兰黛420。CB 的隔离不是气垫，隔离怎么有替换装？也是哈。MAC 眼影多少钱？专属没人吗？专属客服有可能是专属客服太忙了。CP 遮瑕 ，CP 有那么东西吗 ？CP 白管09，你去问一下那个专属客服，问一下专属客服，让他给你那个我们的那个仓库。那个口红那个配图就是那个啥，这是啥货源？这正品货源，正品货源。其实像这种，有没我上次那就没收钱，什么没收钱？这客服没收钱吗？也没给我呀，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那个口红多少？100元5支，100元50，100元5支，28一支。这种迪奥的正装，迪奥的正装香水 ，DW 有什么色号 ？DW 好像只有一个色号了，只有一个色号了。迪奥的，迪奥的香水268一支，500元2支，好像是，对，好像是。口红贴，口红选号28一支。嗯，口红选号的话，肯定会比那个随机发贵一点。口红 TF 看看，好的。TF 在哪 ？TF 的口红，香水要100元6支，香水要100元6支，香水、口红什么牌子的？口红什么牌子都有，香水要100元。香水也要106个，口红也要是105个。这是 TF 的，这是 TF 的这个颜这个色号，看什么色，也挺好看的。这 TF 的80，这 TF 的80小样，我就不给你们试色了。TF 的80，有想要的话就去直接去那个专属客服那里直接拍，或者是一元链接直接拍，备注好。然后100元是口红，选样是5个，选号的话多少八零？多少一支？28一支，满100包邮。有高仿货吗？没有，我们家全是正品，没有高仿货。你如果想买高仿货的话，出门右拐。看一下是蛋白精华吗？看一下是蛋白精华是裸的还是正装？你就是现在口红28小样，这是小样，这是小样，28一支 ，TF 的 ，TF 80啊，有正装的 TF 吗？有正装的 TF， 我给你看一下去正装的 TF， 正装多少钱一支？正装假货啊，朋友们，是怎么是假货了？那个谁 ，BELLAX6128 怎么又假货了？怎么又假货了？28可以单买一支选色号吗？可以，你买的话就直接备注就好了。还是那一个吧，是不是那个？哎呀，像这种人闲着没事蛋疼的那种，你们打一打。典雅的帮了吗？美观跟喜悦的，处理了，反正这几个。几点了？这现在还有再播10分钟下播，然后那个洗面奶有几个处理的，给你们看看吧。啊，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见了小哥哥亲，见我都不亲，是吧？这个美观跟洗面奶你们要的话处理了，就这几个，要不要？这个洗面奶冷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起泡慢，但是。会起泡，放心就行了。有很多人会问起不起泡，给你们试一下，都试一点点啊，不要打我。如果发到是你的话，不要打我，我当样品也行，这个当样品吧。每次在这个仓库试来试去，有时候。一会儿就起泡了，要不要这个？看一下正装 TF 的16有货，15没货了，16、10、80也有货，80也有货。我怎么看回放都是鞋子，就想看眼膜。不是在这个店铺，你小莫你去那个店铺去，我们还有一个店铺叫176二，16721，
下午六点有直播，167291下午六点有直播。一会儿就开始起泡了啊，看到没？开始起泡了，秒杀的不能断。嗯，别忘了。石榴它两个颜色不一样。TF 的白管04也断货了，09也断货了，只有07还不确定，反正哎呀，看到吗？起泡可能有点慢，因为天有点冷。这是美国安全的洗面奶，它是抹到脸上自动起泡的。美国安全的洗面奶卖完以后不上架了，就这么多了。你们如果要的话，给我50块钱一个。从此以后买也买不到，然后这个价格也买不到，比磨损还便宜。当时卖磨损还卖到55一个呢，都处理了，知道吧？因为这个，这个你们要，反正就处理价了，就这个价格了，50块钱一个。要的话直接就拍，不要的就拉倒，就这么多了，就这么多了。美国安全洗面奶，就是这个水岩的洗面奶，你看到吗？这是不是第一批？这是两批货，一个是免税版，一个免税版，一个专柜版。这免税版颜色会比较浅一点，专柜版颜色会比较深一点。这两个版本确实不一样，知道吧？你们有时候，这是上一批货，这是上一批货，这是这一次刚到的，卖完都没了。水岩的洗面奶都处理了，你们要的话。金润瑶套盒是哪个版本的？我先要金润，我想要先去金润套。金润瑶两个版本，一个是免税企划版，有一个是全国专柜版，两个版本。海蓝之谜的套盒是吧？海蓝之谜套盒全新的贵，全新的225，你要要的话给你拿裸的吧。有一个裸的谁要？这个。有一盒这个裸的，有一盒这个裸的是给我是。给我1000块钱一套吧，全新的225，这个裸的里面它也其实，也是新的，看到吗？这个水，这是个精华，然后这个是个水，都带盒，只有眼霜被打开过看了一下，这是乳霜100毫升的这个，这是100毫升的，给我1000块钱这一套。一元运费链接直接拍了备注清楚，可以，你直接备注上磨损，不备注磨损不发货，因为你不备注磨损的话，我们这个。万一给你发走一套新的，我们肯定会亏的，直接就处理了这一套，给我1000块钱，要就要，不要就拉倒，带走，要的话直接带走，没有了，就这一套了，螺损磨损的只有这一套。科润的洗面奶是吧？科润的洗面奶，如果你今天要的话，给我38一个吧。科润洗面奶敏感肌还有敏感肌首选那个，我看一下金小专柜版，金小专柜版在这里，我给你看一下，不用拿了。看一下口红色号，你去联系专属客服吧，拉条幅的，看条幅吧，上面都有条幅，你去联系咱家专属客服去，看条幅。这个美国洗面奶，它就是起泡比较慢，因为天有点冷了，知道吧？起泡稍微有点慢了。科研室高保湿的福利价多少钱？100块钱。主播谁介绍？防晒没有货了。如果你要防晒的话，碧柔的防晒露就这个，它是露状的，就是用之前摇一摇，然后是露状，这个特别清爽，油皮可以用这个。碧柔防晒露要的话给我38，只有3个了，处理完了，下架了，都处理完下架。眼膜有日本蛇都的眼膜，黑色款，还有一个是香普丽的眼膜。你说到眼膜了，有一个眼膜在处理，多少毫升的？美国安全洗面奶是250毫升的吧，应该是。你们这个洗面奶用上去涂到脸上先揉一揉，揉完之后会有点发热，它会起的比较快一点，看到吗？我刚刚放到这没有揉，它都没起泡，现在只开始起泡，就是一揉的话就起泡起的比较快，不揉的话起泡那面有点凉。这个是专柜版，这个是金润享的专柜版，这个颜色会深一点，还有一个是
有一个是青绿响的那个青绿响套盒没看到，放哪儿了？免税版的套盒放哪儿了？我这个。怎么了？又不见。我说我转，马上下播，下播了，下播了，按照锤试一，说每个齿，你要有齿没开始？金立港的免税版去哪儿了？金立港免税版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下，免税版是这个，这个，这是免税版，眼膜我要专柜版就行了，专柜版那个是四百九十五，哎，485，485还是495？你给我485吧，应该是485。这个是免税版，它俩不一样，专柜和免税有区别。小姐，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口红东哥，东哥磨损的口红是100块钱两个，处理了都，就不选色号。这个你截图给，给我485吧。这个全新的485，就这个，看到吗？这是全新的，然后这个盒子有点微磨损，你要备注全新的就行，直接联系客服吧，后台去拍，你截图了吧？你要 TF 是吧 ？TF 如果你要的话，就是给我138一支吧，全新的138一支，有盒子可能有点磨损 ，TF 16。要眼膜这个有处理，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眼膜这个有处理，这个是香普丽的眼膜，香普丽的眼膜有磨损，有微漏，如果要的话100块钱三个处理的，你要不要拉倒，100块钱三个，卖完就没有了，香普丽的眼膜卖完就没有了，过年前应该不会再进货了，这些货都是清完一个少一个，就是你过两天，比如说我过两天买，可能就没这个东西了，卖一个少一个，美白祛斑的套盒给我推荐一款。如果你要美白祛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款美白还有淡斑效果很好厚的雪，是505，505，欧惠极致的没有货，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吧。我们晚上6点，下午6点有另外一个房间号是167291，167291，另外一个房间号167291，我下播了。另外一个房间号是167291，我下播了。167291，如果你想要，比如说选套盒呀，或者选护肤品，我们家自己有实体店，让我们家客服小姐姐给你拍实拍，给你拍细节图，给你拍实拍都可以，或者你把皮肤的照片拍过来给我们家客服就行了，行吧？我要口红，美白，你就要那个厚的雪就行，或者是拿那个黛珂植物韵律，拿那个天绿丹也可以，也或者是拿那个黛珂。白檀的黛珂白檀也是美白的，然后或者是选的雪花秀都可以，但雪花秀有点干，哪个多少钱你断网了？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今天晚上6点，另外一个房间号167291，上播抽奖，给大家发放19.9元的三件套的福利。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下店铺，今天下午6点，另外一个房间号167291，给大家发放洗面奶、水乳三件套19.9元的福利。锁定直播间，关注直播间167291。雪的美白套盒是505，香普丽绿只有绿色了，红色跟金色全部卖断货了，没有了。这个绿色的眼膜也是微磨损的，才给你们处理这么便宜，100块钱3盒。如果是全新的，就是65一盒，全新的就是65，就是有点磨损的，有点微漏了，看到吗？没办法，到货压的了，100块钱3盒。厚的雪没有在这里，厚的雪没有在这里。厚的雪在直播间有，你们可以去实体店有，这里是仓库。我关注，你们让客服给你拍实拍吧。没有关注店铺的去关注一下店铺，没有关注店铺的关注一下店铺。下午167291，167291。护肤品豆豆，你要如果想要看护肤品的话，咱们有一份产品的报价表给你看一下。想要做代理的小姐姐或者是学生党，放假了正好没事在家闲着也可以。卖个货了，挣个零花钱也可以。咱们有产品的报价表，1000多种产品的报价表，口红小样、
口红正装、口红小样、香水正装、香水小样、护肤正装、护肤小样，全部都有。彩妆正装、彩妆小样，全部都有。两三千种货品任你选择，我们家帮你代发，一件代发帮你发货。眼膜会露出来吗？就是会，就有，就是有磨损了，有一点点微露。接着介意的话不要拍。贝德玛的卸妆水有港版，有港版和法版。现在我手里拿这个是港版的，然后法版的在那边，我就不给你们拿了，我马上下播了。全是55一瓶啊，全是55一瓶。粉色适合干皮，绿色适合油皮。备注清楚，你要港版还是要法版？备注清楚，我要一支口红小样，28。眼部精华也露，这个应该不会露。有的没有磨损，有的看了吗？像这种都是有一点点微磨损，有一点点微磨损。东哥，你要看什么？口红小样，联系客服要色板图吧。啊，我这现在给你看不了，我们刚刚看过。下午有一场直播，167291那个房间号，167291那个房间号，进到那个直播间去。上播给大家抽奖，发放19.9三件套的福利，19.9三件套的福利，167291那完一个房间号，关注一下。雪花秀的面霜断货，但是有磨损的，你们如果想要磨损的话，晚上再过一下这个磨损的漏的假漏款，就是有磨损的处理的，便宜。好吧，你如果是送人，如果是正装有，你要哪个款？正装就是这个嘛，这个是磨损的，磨损的是一把还两只，然后在这里不挑，反正是随机发，就这个 TF 的。过了我的下午过吧，上播过。这是 TF 的几？这是 TF 的15。看到吗？有划痕，有划痕。能不能看到？有点划痕。我下播了，拜拜，拜拜，就我们休息一下吧，拜拜，拜拜。秒，等下午吧，下午，晚上吧，晚上167291那个房间号，拜拜，下播了。6点167291那个房间号，167一元运费链接直接拍，拍了备注清楚。TF 十五没，TF 的16有货，16跟80都有货，15现在暂时断货。6点167291那个房间号，不见不散。167291那个房间号，不见不散。上播给大家发放19.9的三件套的福利，19.9三件套的福利，另外一个房间号，405G 是吧？405G。操！我下播之前给你们发一个福利吧。405G 如果要的话，给我100万一只，赶紧去抢。再见，赶紧去抢。下播没有了。405G 要的话给我100，再见。167291，6点不见不散。